不好意思，我今天是疫苗战士哈，我讲的话大家都要信。好，好的。你今天就是自带蠢的 buff 在身上啊。欸，是蠢吗？好讲话哦，自带是哦。我说最后你要牛逼哦，你要好讲话哦。自带晕眩效果，我道歉。BOBO 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你记错了，你记错了，好扯，都是好扯。那个绿色头发的，让我来抗抗。有，给你抗抗。你要抗什么？吓死人！八点呐，八点呢，要起来了，来啦！进入我们的狼人杀时间，新增了一个不得了的玩家，学长。我有新的角色，新的职业角色，学长啊！我刚刚复习很多，他都直接说你们每一个人基本上今天都逃不了，他一个人直接刀爆你们全部。不好意思，太可怕了。可以的话能信我就从那边跳下去。哇！好，我刚刚跟你说，你就一个都不要信，你就一个都不要信，你就都不要信。霸凌，霸凌，霸凌。都到了吗？你点还没有设置好？你点这边又见，还不认识谁？赶快去跟他介绍。都认识，都认识啊，都认识啊！真的吗？那我们要抽考了，我们要抽考，学长，我们要抽考了。最会呕吐的是谁，学长？BOBO。没问题，没问题。那最胖的嘞？那最胖的嘞？答对喽！那已经没有什么好问的了。是的，成功了。哎，你知道那个会那个艾莎的，你知道是谁啊？会变出血来，不需要那个会变出有反应、欸。没有，他现在是元素死了，他是元素死。还看到十二位，不是13吗？13位啊，谁还没进来？嗯，欧博13吗？我进来了，就你在那边进进出出。哦，对，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讲艾莎乔的。你要进进出出了吗？不要。我们今天我想要测一个东西，就是职业开比较多，给他乱选了，不晓得会如何。好，乱数，乱数奖池。对，就是因为狼人我们开三个啊，那就是我想要确保他狼人还是都有那至少有那个三个。可以啊，可以试看看，试试看看，试试看哦。那多的职业要什么？大七魔术师啊，没有魔术师，先简单一点。忍者感觉很乱哦，丘比特，人鱼，掘墓者啊，掘墓者啊，掘墓者。我觉得团团今天是不是准备好歌曲了，所以才想说人鱼？我准备好了，他中午就在练的。对，我中午在练的，对。好像好认真哦，我超认真。你要先准备歌单呢。那我们那个学长还多一个掘墓者。好，我来看看。掘墓者的话，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如果有人倒的话，他会有一个粒子效果，可以去指向对方的墓碑。那你只要使用你的技能的话，就可以把，就是挖那个墓碑。谁倒了，那你就去挖他的墓碑，你就可以成为他的身份。哦，挖人家的祖坟就对了。对，没错。如果人家是预言家，你就会变成预言家；如果人家是狼，你就会变成狼。了解。对，人家是怨灵，你就会变成怨灵，是完全可以进行改变的哦，这个很强大哦。OK， 挖祖坟好有既视感哦。对啊，直缺。那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设置哦，狼人三个，怨灵一个，看看他会不会真的就是至少保底。有，那好人的阵营，预言家、掘墓者跟村民都是各三个。好的，对，就是看你会有什么，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职业是没有的，我们就反正玩了就知道，没问题吧？玩了就知道，行。好喂，那我们的地图就先来简单一点，简单的有什么？哇，那场上可能会有六个预言家哎。有这么多啊！就死掉之后再挖到预言家的坟啊！哦，就可以让他一直查啦。就有现在这个很简单。那个花村，花村很大哎，花村很大吗？威尼斯小镇超级小，可以可以，小很大。嗯，来进来喽，321喽，手不要动哦，不要打人哦。好，走喽。
我是大美女，要给学长一点那个游戏体验。好，第一天要刀他，不是第一天要被他刀哦。我是大美女，我不行了，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学长白天的时候手上也会有一个钓竿，叫做跳过白天，就是让白天快速结束。对，那通常第一天我们就是跑完了，那之后的话就是看你，因为如果你是狼的话，一定会希望就是不要有白天，都是晚上最好。如果把钓竿丢出去会怎样？我试试看，他没了，哇，没了哎，好厉害哟，没了。我们玩这么久都没注意到哎、欸，你没有丢过，变不见了。学长要小心，所有的技能都是右键，好吧，右键。OK OK， 我的钓竿。没事，明天就回来，明天就回来了。直接变不见了，回来了啊！我钓哎，晚上的是不一样的钓竿，你可以就是看一下，它都有。就是你什么身份，他就会获得相关的狼人嘛，对不对？偶发，嘿嘿嘿嘿嘿。所以你有什么好的技能吗？哎、你就可以说说。哎、你怎么可以杀学长？哎、米菲四郎，米菲四郎，第一个，米菲四郎，米菲四郎。我不能打他，为什么？你又要砍谁？你又要砍谁？同对自刀，同对自刀，很危险哦。城墙有两只狼了 ，Oh my god，Oh my god， 自刀吗？自刀啊！那学长你倒了就是。你可以哈拉，但不能说场上的状况。对，可以聊，可以嘴。对，场上怎样你就不能太讲。他飞走了，他飞走了，他飞走了，他冰狗飞走了 ，Oh my god！ 冰狗飞走了，冰狗飞走了，真假？飞去哪？真假？真假？完了完了，我死了，飞死了，手好抖。等一下，我这节课怎么做完事？杰克被追死了。莫音呢？麻衣呢？我在这。哪里？在哪里？刚刚那个会跳，那个会跳无敌点哦，是不是团团？你是什么？嗯，你说我吗？我村民啊。无敌点呢？没有无敌点啊，没有无敌点啊。干嘛？哎，发马票的团团发直接票我哎。我怪怪的。什么你我怪怪你才怪怪的？怪的吧？哦，阿弯。我们票人是也有反悔的能力啦，那你们这样是怎样？杀我吗？啊！好了，不要吵！那个，我丢掉了，我丢掉了，我反悔了。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回事？我真的吗？我是，他是村民。那我反悔一下，晚上了，谁出去？我要躲起来了。阿巧，你是什么？你是帅哥吗？我是什么？你等下看看就知道了。你是狼，你是狼。我又是狼了。谁狼了？有人的分布可以给我挖吗？你直接被撕书了，是不是？书被撕掉了。不准看的概念。哎呦喂！太凄惨了，太恐怖了，太游戏好难玩啊！我要怎么挖坟墓啊？没有，因为你已经倒了，就没办法。你已经倒了，就不能挖了啊！太可惜了，好。对，你玩的好职业哇！你被倒了，好可惜哦。对啊，好扯哦。拿起我的铲子，后面就被敲了。哇，诺伊好猛！有射到！哇，那你神了！那是蚂蚁还是熊猫团团啊？蚂蚁吗？我是村民啊。你怎么又是村民？我们不是很多职业吗？我刚村民有三个，我是村民，我第一晚就讲啦。相信我，村民、掘墓跟预言家都是三个，都有可能。哇，不知道，我只能搞东妹子哎。那我跟他站在一起，对，东妹子。那就是团团的是吗？没有啊，蚂蚁啊，我就说我村民啊。而且我刚刚都躲在房子，我不敢动哎。你一定是，完全没看到人，好漂亮。我也没看到，妖怪，我要砍断妖怪，妖怪。好，我们直接中央啊，中央桥集合啊，好不好？好，中央桥集合吗？好啊，中央桥集合啊，中央桥集合啊。要去吗？是不是？加十五秒了，25秒。不来的是小猪。
哎、欸，我们一直在旁边看着，一个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这是小猪啊！大家都是小猪。哎呀，你这个样子啊，都没有，我的小猪团团。小猪团团，原来是小猪团团。然后敲破他的头。不是小猪猫啊，原来是小猪小猪啊。这怎么上去啊？绿色那栋，绿色那栋，就是那个小猪粉团。对啦，我是小猪啦。然后跳边边右边的那个花盆。哦哦哦！水啦！哎呀，完了！你被敲头了。单杀！无情的！哎呦，这边又一个！哎呦，这个戴罪！戴罪戴罪！戴罪代表什么意思？哦，谁要带？谁、哦、要去死啊？哎呀，哦，好强哦！这带罪为什么会有两个带罪啊？好强哦！没有一个是随机的，没有一个是全，哦、一个是五大换。对，哎，带罪是他跟最远的交换，所以他原本那边应该会有一个人。亮了亮了，剩三人，亮了亮了。哪里哪里哪里？谢谢你啊！嗨。小雨各一票，我们就来赌，哎，还有一个人，也不用赌啊，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赌一下，为什么不赌呢？不行，可以啦，赶快出去，才有朋友啊，高歌离，哎呀，高歌离席，妥妥。我觉得小雨要不要想一下？你要想一下。小雨，你要想一下。你们，我想一下。真的。啦啦啦啦！反悔，你为什么不反悔一下？啊，我为什么要反悔？好快哦！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觉得很好哎。可能这个坏男人是小猪哎，可能是小猪哎，他是小猪团团哎。好的，下一个。都是谁？都是谁？我想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掘墓者会挖到掘墓者吗？所以我刚刚要记着掘墓者。这就是趣味，杰克，对不起，我看完就忘记了，老人是，我想说，不是没有炸鸡，怎么还是被刀了？杰克没穿，我杀红了眼。我没穿，好狠呐！团团，你怎么刀？学长怎么这样？对啊，怎样？你忘了说好第一天不行？没有，学长一定是团团刀的啦！不是，不是我啦，不是。没有，学长在大马路上看书，我就觉得他想要看久一点。对，我还在看书哎。还是看一下，是不是？所以到底是谁刀的？巧克力吧，有可能是第一刀就刀他，看他在那里，好扯哦！你说开心的打个招呼，自己刀，说好不刀，学长说我都会骗人呐，我不能让他说谎。不要让我拿到刀，我了。学长，你讲的真的，真的不能信他。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的身份不会说有配一的就一定会有那个一，对，像这一场就没有人鱼，对。嗯，对，预言家也走一个，但是至少狼人跟预言灵是有的，所以好人方阵营可以这样子混乱，所以狼人你就可以去报说，哎，你是像刚刚，哎，你是村民啊，你是预言家，没差。嗯，好，那掘墓者自己小心啊。哦，掘墓者有四个哦，所以你很容易掘到自己的墓哦。自己的墓，自己挖到，你可以再去挖吧。掘到家族墓了。那你对啊，方法你挖到是当晚又可以再挖别人吗？我不知道，我后面就死掉了。哦，你要活久一点啊！我被票出去啊！我跟团团，我输他。对啊，哦，好扯哦。他今天是幸运团团呢。好，今天是他，今天是对，你跟爸爸还有波波，你胜出哎，好猛哦！既然说你是小猪运气就比较好，没有啊？你在那边什么？哎，走啊，桥集合啊！结果从头蹲到尾。他说：“中间桥啊，蹲桥啊。”一直蹲，一直蹲啊！不是小猪，我是小猪。皮诺丘，诺伊的那个锁的也猎人锁的很快呢。我就看到你，我就先死。你知道我毒药差点洒在波波身上。谢波波，谢波波。哎呀，我还让你砍呢，你看我多好。你是他的狗，你在跑，是我能够追到，是我自己的功劳，你自己在雷。哦，自己雷还说成好浪，哦，好扯。哎，人我无敌呢，我无敌呢，夸张！你要无敌呢？无敌！哎呦，可以跳过了啊！啊，学长是什么？你不说，你要换你都倒了。
我没倒，我还没倒，我拿着铲子，我是好人。哦，约了一颗，还有是约了一颗，帮学长活下去。我帮大家挖坟呐、啊，好，大家好好的活着啊。好的。你要我们活着，要我们。前面前面前面砍了了，那谁在？我感觉怪怪的，有人看到波波吗？有看到有看到。哎，怎么又到了学长？学长，你们怎么这么坏？好坏哦！学长，让学长在马路上跑一下没关系哈。这刀是男生刀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他长得很奇怪，他长得很奇怪，完蛋了。我肯定超怪，有可能是杰克玩的，我觉得有可能是杰克哦。小雨，小雨是好人，小雨是好人。我一直算在跑你的，没有，小雨是好人，我预言家。他转团不见了耶。我超好，刚刚跳下去。橘色本尊哦，杰克，在桥上，杰克吧，不是狼，杰克，你穿脏了。换杰克是什么？换杰克是什么？哦，绿色方蚂蚁，蚂蚁啦，在这里。为什么？等下，怎么都是波波在讲？等下，怎么都是你在讲？为什么？所以是四忍者人杰克，你刚刚用技能的吗？不是，刚用技能，然后换到橘色，蚂蚁在干嘛？蚂蚁，啊，那就是蚂蚁，那就是蚂蚁，那就是蚂蚁啦。哎呀，刚换过去的是狼，发不是我们，没有文字，怎么说？没有我们的事，没有我们的事。哎呀，有蚂蚁翻票，大家跑了，可以自己跑了。我们停了。高歌离席，高歌离席，大家高歌。快点过来，快点过来，解锁，解锁。有了，过来了，高歌离席。完了，我又听到穿衣服的声音了，危险了。好可怕。无敌阵线联盟。好。那个，那边那一只啊，粉色的那一只，对啊，啊，西瓜，快点，可不可以？米菲是狼，88是狼，88是狼，哎，快跑，米菲爸爸，现在要找怨灵了，要找怨灵哦，啊，怨灵哦，哎，我有救到，好爽，可是你不要死，你们两个，我倒一堆，哎，自己倒了，爸爸也倒了，米菲大开，米菲谢谢，米菲在红屋。米菲在红屋，米菲在红色的屋子。我们先不要票拿，我们报身份啊。我忍者，人鱼，人鱼，我是冤家，我是掘墓，我是女巫。孟娜什么？猎人。哎，死人可以讲是不是？没有，死人可以聊天，但你不能说场上状况。OK， 对，不能讲真实资讯。阿旺是什么？阿旺是什么？我是掘墓啊。嗯。啊，你有觉得到什么？很多。那人鱼刚刚有唱歌过吗？我有啊，有刚人鱼在那边有啊，有唱歌。我预言家，我可以直接爆出那个小雨是好人，跟米菲是狼。米菲是狼是我先说的。好。嗯，你怎么那么确定？阿杰克是忍者，那是预言家。我忍者啊，我忍者啊。那就是剩下的几个，我是好狼人。阿王霍梦娜。我是猎人。我是掘墓啊。那你掘墓每个都可以说掘墓啊。猎人没有还没有枪过哦，没阿旺，对啊，其他也没算了，我下一天我那个去举，我等下去举。你查阿旺，又是你，你等下查阿旺，对啊，我查阿旺，我查阿旺，对啊，你倒那么多你都掘不到人，你怪怪的哦。我一戏，我自己耶，你赶快去挖一下，我去挖一下，哇，他挖到怨灵了。还敢说谎？哎，那设一个蓝房，蓝色房，蓝房，你要直接赌吗？你可以吗？我有毒药啊。可是你来得及吗？他可以，你总可以抢小雨可以啦。小雨的毒没有解药啊。哎，米菲，中间桥集合啊，没到小猪。在开始在赌，老师在赌人呢，老师在赌人。是晚上你才有机会的哦。哇！啊哈，我又赢了！啊，我又赢了！女巫直接追着狼赌。可怜的狼啊！一个反追啊！学长哀伤啊！那我赢了，我赢了，我没有赌得怪怪的啊！要努力活下去，并且获胜。我下我很努力活哎，但是有人就在我后面。你不要站在马路上，要先躲起来。对，先躲到房子里面。白天跟晚上的前十秒会有隐形，那你可以趁着隐形赶快躲到好地方。好，下一把一定躲。好，下一把一定躲。那我们接下来给狼人一点 buff 咯。好啊。狼人有这个啊，两只黑狼王啊。
黑狼王的话就是他像猎人一样，晚上也有一个枪可以去指向别人，那他倒的话也会把对方给带走。对，所以你晚上要追人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指向他，然后改追别人，反正你倒了他也会倒，这样子。嗯嗯嗯，那就再来喽，加油加油！哇有喂、欸！我告诉你，你躲在屋内，我们不倒你。好，我先躲屋子哈，黄的这个。刚刚很好、啊，黄的屋子不要进去。你买一个屋子，你不要被卡住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有谁可以信？我有是没有东西。阿旺是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阿旺，你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没有啦，我见习一人家，好不好？见习，见习，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拿铲子的预言家吗？你还是有无敌啊！这边要连跳，是不是？好。对啊，你还是有跳有无敌。对，我死了就是小雨，他知道我的位置。对，我知道。你要两个人先不要杀我，好不好？不行，肯定杀的，肯定肯定杀的。你刚刚把妈妈刀了。不是，我想讲到同一个人，结果我不知道海宁回下去了，所以我回到他。好扯，好扯，嗯，好扯，学长的是不是也是你？不是吧？哎，我上面有一只狼，红房有一只狼，红房有一只红房，红房有一只，对对对，红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晚上就是要努力的躲。橘房也有一个。橘房，蚂蚁被橘房子的弄死了。啊！我帮大家来了。加速，高个力行。杰克，快跑！杰克，快跑！杰克死。啊！杰克死。有，等下，杰克子可以去绝，可以去绝。绝一下，绝哦，绝一下哦，拒绝。那个是什么？它是什么？拿起我的勇气棒棒。是的。什么梦娜，感觉有点像月。哎，我啊，太慢了，可恶！啊，你刚是太慢了。他想太带罪。诺伊，你手上随时拿着。哪里？诺伊在诺红房。我看到了。对。他没有脱衣服，是 bug 吗？诺伊，我们都有存证，你可以告他。告了。红房都有，另外一个红房吗？另外一间吗？哪一间红房？绿色的角落那间，角落那间，青绿色。我可以给诺伊力量，让他打死波波也可以。你这个骚扰太过分了，你叫骚扰？这个粉红，这不叫骚扰吗？桥上，桥旁边的哦，桥上给这个桥更简单一点，你快把它打下来，这样应该更好跳。太危险了，我回到这边了，留了，哎，高个离席，快逃。还有两狼哎、欸，还有学长还活着，学长可以用你的能力了。哦、有，学长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什么呢？还是学长其实就是狼，所以他这场比较。有人在说的很开心就被刀了。对啊。有人在唱歌。可恶！有人在唱歌。什么东西？我卡住了！是一个善良的狼哎、欸，好了，来对决吧！你们鸟鸟对抗了是不是？那個、没有，我本来就卡住敌哦。好啊！团被毒了，我很好吧？哎、欸，两狼没怨灵哎，对他刚好没有弄到，嗯，怨灵也没了、欸。对，所以是会全部下去，全部随机，全部下去。没有狼是刚刚没有点好，没点好哦。我想说是没有，有啊，狼有三个啊，都是随机的，它是随机的。然后我刚刚那个是一般的狼，哦，对，红狼。我已经想到一只黑狼，你好绝哦！开始我们都运气很好，怨灵跟狼都是有的。对对啊，所以有可能是没有。感觉很恐怖，之后可以设计，设计。我觉得作者可以想一下，就狼人阵营某一些坏人阵营可以锁住，就一定有。嗯，那我们今天多开的就可以很混乱，这样感觉更嗨。嗯，没错。所以不能那么多了。
太多了，滑鼠太多了，太多了，下降下降。夜团，夜团，其实这样子也很难预测说场上胜所、啊。嗯，因为像我们就一直猜测，可能还有怨灵或什么，就不太敢弄了，也是有可能。那实际的狼数没那么多啊，就实际。对啊的，嗯，还是比较难。好，我可以重开一下。好 ，OK，OK， 乖乖的 ，OK。啊，我上次鹅鸭杀就用这声音啊。我学长刚刚是什么？节目啊？节目者，我三把了。太神了！那你怎么都没有去捡？你刚刚躲在那里，你完全是团团放你一马哎、欸！我很害怕。我就所以我在把你旁边啊。他缩在角落瑟瑟发抖。像刚刚团团可以刀他，团团就走了。把我走掉。团线的位可以绝啊，这么近，死在旁边而已。你的只能趁晚上去绝。你人真好。好好，就你还赌我啊？你还赌我？那我还以为还有两狼、啊、一样啊，掘墓者还是有三个啊，大家可以各种掘啊，好不好？让场上更混乱一点啊！加油加油！啊、这次有什么？我看一下、啊，掘不到。有女巫、猎人、忍者、人鱼等等都有，我至少会有一个。哎、欸，我走错边了。哎、欸，对，欸、走错边了。哎、欸，走错线案了，拍谁？不是有两根吗？是不是还有两根哦？还有两根呢、啊？哎、欸，怎么变长了？我肯定是对，你练了。在说，这栋屋子会说谎。你有几根掉根？变长了。这栋屋子会说谎。哎，屋子说谎了啦，白痴哦！怎么可以说谎？这个变怎么变大了？物品栏有几根掉根？不是不是不是，你跳过了。有三根铲子。来呀、哦！三根铲子，三根铲子。对啊，这场有三个掘墓的，学长总不可能又绝了吧？不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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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绝不正，他变大了，没有觉醒啊，学长。哎，哎呦，蓝色的屋子快跑，蓝色屋子快跑，不是蓝色，学长。枪哦哦哦，你很棒、啊，你有开到枪？没有，你是没有，你是闪光杖吧？你是闪光弹吗？对啊，因为我要跑走，丢了闪光。哦、嗯，对，所以你只有丢闪光弹，你没有开到枪。因为我隔到墙，我跳。哦，因为他要瞄头。对对对，可惜。可以狂，你说那个开枪就可以狂按右键啊，然后开到为止。下一把一定中。啊？为什么？小月刚不是还在吗？应该是 B O B O。啊、好，飘飘波，波波在哪？波波在哪？我没看错的话，我在你粉红屋吧？粉红屋，粉红屋。波波是狼，波波是狼，120%，120%，130%，140%，所以是杰克到，杰克到哪？哦，粉红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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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心粉红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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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屋顶楼，红屋顶楼，红屋顶楼，你不要躲了，你不要蹲了，你就在顶楼。我蹲。没有、啊，他其实就一票、欸。没有、啊，你其实不用找他就好了，他就一票、啊。没有想扁，怕其他狼做事。扁他，哦、也是哈，也是也是。顶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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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楼，爬楼梯上，爬楼梯上去。哎、欸，哎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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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假繁星，摸一下，什么假繁星？你想听我唱歌吗？假繁星是什么？哦哦哦，好好啊。哦，好啊。哎、欸，没事。晚上你先毒杀了，没问题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月灵，还有月灵，还有月灵，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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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是谁？不是录音是谁？是录音。好像哦，跑到又是谁？没有，是我姐，不是啦。诺伊不是啦，诺伊不是啦。团团，诺伊不是啦，诺伊跟巧克力都不是，诺伊巧克力都不是。到底？我觉得团团有可能怨灵哦。Oh, 不是啦，我预言家啦。看得到，团团看得到。我是预言家啦，我刚显现。我刚刚验的巧克力跟诺伊啦。方法又是什么？狼，那个有狼在你家楼下。方法是什么？我是村民。
村民，我记得只有一个哦，有其他村民吗？欸、没有，错就是我。有你妈，你妈，我是村民。你妈，所以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爸爸是村民，爸爸是村民，爸爸是村民，爸爸是村民。晚上他有拿棒棒。好、哦，拿棒棒。他结果是什么？棒棒推走了。我，你是我，很伟大职业。你是什么、啊？你为什么可以找到棒棒？哎、欸，这个游戏会结束啦！这个游戏会结束。我就要结束，你想一下。他是狼哦。他搞不好是狼啊！我就要结束。不是狼啊，他跳波波哎、欸。对啊。你想一下、哦欸，你想一下、哦。也许他是狼。你是怨灵呢？你想一下，这个游戏会结束，游戏会结束，真的。我让游戏结束哦。你想一下，你要不要反悔？你要不要反悔？不反悔，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子。提醒。欸欸欸这什么情乐式的玩法、啊？情乐式的玩法，情乐高手。你要想一下，怎么可能？真的要想一下啊！好人要想一下。好了，可以跳杰克了，跳杰克了啊！为什么？那这是什么玩法？哇塞！没有，他刚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啊、嗯。那请问刚刚绿色这一栋为什么会凸出来？好，对啊，为什么变长了？为什么变？突然变长了，我们要让大家更好跳哦，不至于啊，有些人跳不过去，难度下降，难度下降。他想说怎么说？就是你们这些爱跑的人。哦，这老师教的好啊。对啊，我来，你来，你来，为什么要打开他去？我的枪，我的枪，哎，有两个，哇，爸爸跟蚂蚁各一票，不是，你们，杰克在绿屋，他想要去跳城墙，没有诺伊，你骗我，诺伊，干什么？你骗大人吗？干什么？诺伊票了，爸爸。你们先收回啊！没反悔。我收回了，我收回了。哦，有。还是杰克吗？杰克了。哦，杰克在游泳哎、欸。哎、欸，我卡住了，哭啊！你怎么在走路？真的。穷寇莫追啊！哎哎呦，他赢过一次，会不会再赢过？哎呦，没有，好运。杰克，你干嘛？好运，你是保洁，你一个刀。我那个你卖波波然后自保哎、欸，好猛、喔！波波好狠哦、喔！不是你知道波波直接在我旁边刀了，对啊，直接把我砍了。旁边有一堆人看着，对，我想说你不是最会把装备脱下来然后刀人吗？我想说那你怎么样也不会是那个狼，我想说光蛋才是。我刚刚讲说屌波波逃得掉，我要帮他那个减时间加反悔投票。哦，结果没有，就他逃不掉，还好我没有追上。哦，好难过、啊。哎，哇，这个骚操作。然后刚刚张月圆只剩你跟孟娜是可以的。嗯。然后麻衣是因为我应该是猎人，我就不刀。啊。对，刀了我就死了。啊、学长这是猎人，差一点。哎、欸，我进步了，这次开枪。有，你有闪。孟娜，你有闪了一下。你有闪了一下。不要把旁边绑架一下。对。那我们接下来啊，让大家去度假。好哎、欸，哦，好耶！学长会不会麦快的游泳啊？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啊。这场就是要尽情的游泳游起来啊！肯定不会吗？那接下来还有百变狼出现咯、哦、百变狼，百变狼的话就是晚上看大家都是一些盔甲加配头颅会很强，然后预言家的书也会是乱嘛、哦，因为我们之中有一个百变狼，百变狼可以、嗯。变成对方的样子、OK 对，只是他的操作很麻烦啊，如果你是百变狼，我觉得你就先当一般狼人去玩就 OK， 因为你的存在其实本身就会让场上是混乱的哦、嗯嗯、好的，因为他要变身的方式比较复杂，你可以先上 AB 这样子吗？对对对，差不多OK， 还要左右懂了，那就继续咯，倒在海上的节目者不晓得会觉得成怎样哦。好的哎呦、哦、我要去跳完了，这职业好废。对，要给游泳尊重哦。海豚悠游是什么？哎呀，谁推我？游泳变快吧？是什么？我是游泳啊。对啊，我是意思说他是英文。那是那个是英文。
究竟是职业费还是人费呢？我们之前都有，海豚都有。啊，好像那个刀飞，刀飞，这个刀飞，对。那每天都会给大家海豚悠悠哦。喂、欸，水里好安全。这样子让大家海里快一点。有种听到介福棒的声音，波波没必要，太高了，波波。波波太高了。你要跑那个的话，狼都有跳跃提升，会更可怕哦，要小心。哦，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啊。这个会跳的，每一天白天晚上都会。波波太高了啦，没有再提醒我。哦，哎、欸，那个猎、欸、那个狼人，今天玩一颗星，好亮哦，好可怕。我底下两只、欸，有两只。我看到我刚旁边有一只狼，好恐怖哦。会那个狼人跟好人都会很快哦，所以要小心。哎、欸，加速游更快，加速游更快。等一下啦，河豚在打撞球啦！哎、欸，我锁定你了，我锁定你了，你要想一下哦。哎呦！那个为什么有人穿紫色的衣服、啊？我锁定你了，你要想一下。所有玩家都会穿紫色，因为有那个百变狼在。嗯，对，就是看起来会很好笑。想问一下附近有没有熊猫团团？你们有看到熊猫团团吗？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但是两边都是狼啊。哎呀，是啦！熊猫团团中间集合，应该是团团。小心小心哦！团团是狼。有看到巧克力吗？我躲在洞下面。好像是狼哦。团团是啊，我刚躲在洞里面，我刚躲着。需要一点悠悠啊？没有，不是。哦，应该是波波。我看到了。刚。沙旺，他在这个洞，不是我，在洞里啊！你干嘛？你是谁？没有，你怪怪的，我是猎人，怪怪的，你是什么？你怪怪的，我可以绝，你为什么要过来？你刚刚又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刚刚锁定你了 ，I got you， 举枪 ，I got you， 哦，真的吗？你要锁我应该蛮难的啦，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好危险啊！因为你追不上，所以我先放弃你。你要确定呢、欸？他屁股后面。你要确定呢、欸？对啊，我有确定啊。哦，这个确定你出来。Excuse me， 往上咯。哎，小雨，这边，高的。哦，不对，我怎么啊？哦，这边给那个。Excuse me。No, excuse me. No. 等一下，五道，哎，不好意思，全体发了。我发光了，你是哦，人生一到达的高潮，好可怕。发光很棒，谢谢。哦，他是狼，怎么可能？太狠了吧！白痴，我有谁没有看到？不是。不很怨灵哦，是不是学长？学长都没讲话，安静。我不管玩什么都不会讲话的。讲一下，不是啦，不是，我不是，是巧啦。他刚才笑成那样，好扯哦。对啊，我可能就还嗨，我没有吧？波波死了，我当然要开心啊。好像是你是不开心，我知道，河豚是河豚，他吃我。然后波波死了，我就跟人死啊，好啊。哦，所以团长也是狼人。好、哦，他是好人。哦哦，我前面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坏人。你前面是谁？对，你刚刚上面那边跳，对不对？对啊。你是那个树上跳。然后你是什么？眼神。我是眼神。哦。所以你是对的嘛？吼。我是对的，学长，你不要信他，骗他，他是鬼。米菲在角落，米菲在角落。打巧克力，角落生物。不是，小雨相信我，你知道的。我还没打到他那个。我是好人，我真的很好。我相信巧克力是好人。我相信巧克力是好人，我相信。这个一直拿的是不是学长？学长你活很久了，学长你活太久了。查错了。学长，你活太久了，你活太久了。你看，学长，你有无敌耶，你好强哦。对啊，我好强。学长是怨灵啊！怎么这么强？学长是怨灵。那巧克力是怨灵啊！那在哪跳？他拿着点呢。学长帮不了你啊，你是怨灵啊，你无敌，我们最后再玩，学长。哇，有好多狼哦。
好猛哦，学长！好丑，完了！哇，全体隐形，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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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上手起来，阿旺，手上手，倒了还说，倒了还说，扭过扭过，这边危险，这边危险，这边危险，好恐怖，危险，危险，很会扭，很会扭，哎，好有啊，扭过扭过，太神了，阿旺你要被河豚毒了，阿旺你被河豚毒了，盲盲盲要看一下啊，看一下有人绝喽，有人绝喽，我飘到了，我飘到了。不是，我刚刚讲很好笑的是，刚刚有狼在追我，然后我被河豚左右戳，然后他没刀到我。好、啊，那看一下哦，有人那个喽，绝喽，绝喽、啊！学长躲，看一下那个伙伴会不一样、哦。有我躲的，可是有一个晚上的那个呢，晚上的那个呢，晚上的那个，那个。没事，那个那个，我想要查谁，但是什么都看不出来。没事没事没事，交给我们交给我们，我们把所有的好人包围都可以了。我按错了，我按错了。我们老板在哪里？没资格赢了。有啦，老板有资格啦。没资格，你过来给我砍就有机会。不至于啦，法法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你们三个人骗子。法法你在哪？我看到他在超高那边。超高哦，有点远。还速吧你们。没有没有。缓速那个游泳也会很快啊，不是，他在很高，他在很高，他在很高，有那边的下面可以跑，那边下面可以跑，这个可以直接爬上去，可以可以可以，刚刚波波就这样上去的，对啊，波波还跟我说可以上去，然后我就找他，过分，你们上去你们上去，哦，我他带醉，他带醉了，他带谁？带谁？会哦，带月明，学长你刚刚在哪里？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学长，他什么？洞里是不是？洞里是不是？他在游泳，他在游泳，游泳，我没看到、欸。左边那个是发吗？哇，對對對是發，我太难了。哇，不会难，不会难。哇，真的好慢哦，飞好慢哦。哎呀，被毒到了，我天哪！啊，那是在这边而已。河豚，河豚，河豚。不好哦，六啊六啊，爸爸六哎，好狠哦，爸爸好狠哦，爸，哎对，先票手学长可以，对，也可以，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晚上比较好，可以可以可以，学长啊大人，学长快跑，我好晕啊，我好晕，学长怎么了？啊你有票，你别晕了，你别晕了，哎没碰到，哦发发快点，哦发发。欧巴，我知道我们三个都比较靠近他，换最远也是在我们旁边。对啊，我们一起走嘛，先找到他在哪就好。那走走走，好，找一下找一下。他又在跳，他又在跳，他又在跳。啊！我等一下，我很怕他一个换。不能相信哎。啊！团团，没事，繁星有继承我的意志。我继承到了。小雨直接从背后突袭。阿团，你怎么死的啊？啊，就是波波枪我啊，枪带走啊。小雨刀我，然后在这边枪。哦，因为你那时候在追我，对不对？波波以为是枪我，其实像那时候是团团。对，其实是枪我。我说哇，这个很会哦，很会见好就收，然后就马上。没有，不是见好就收，是我也枪你，我黑狼王。黑狼王哦，一样，互相带对方。哇，学长真是很会活哎，枪很会活，因为晚上死不了。老怨灵了，老怨灵。老怨灵。哇，学长，你刚来，波波就说你老啊？对啊，很快。没事，等一下我们帮你票他。没关系，我会大，你会老啊。十八，十八，十八，永远的十八。太棒了，走起，走起。哎呦，这好爽哦！这好爽是什么？这好爽是？最高免费是什么？这可以告了。什么东西？好讲话。好讲话。那河豚有点多吗？对呢，高超忍者，有就被河豚。对啊，哦，河豚，每个都被戳一下，随便就一直被河豚了。谁啊？你要跳哪？一代，我很可疑啊，干嘛？我怎么了？我是好人，我是好人。靠近我，你快快的！
没有啊，谁都怪啊，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谁都怪，他只是都怪，谁都怪，谁都怪。对，明天打你啊，你怪怪的。在那个房间里。不相信。那我们在空旷的地方里。相信。好好，怪这一块。怎么要打我？怪这一块，对。那你这样好像怪怪的，你应该不会扁我吧？他会，他会说谎。我跟波波还有团团在高速哦。他会，他很坏。用可爱的声音想骗我，来自说谎的。用他在骗你，打吧，小雨是骗你，小雨是打我。被查了，他被查了。你看我穿什么颜色？你看我穿什么颜色？打吧，颜色。你有看到？团团是团团，团团是团团。啊，团团团团没有刀，他没有刀头。波波波波很可疑。是我唱的，我唱的，我唱的，我唱的。你无敌就一段时间呐、啊！那边有坏人，下去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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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我不敢靠近他们。熊猫团团不要，我是猎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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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醉了，是不会讲一句哟。哈哈哈哈哈！对不起。哈哈哈哈哈！我来，我来。小雨，小雨一来。哎呀！你无毒杀猴子。我他妈北极快跑！白天喽，白天喽！找团，找团，找团！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哎、欸，我没死哎、欸！你刚很惊险呢。过了，我看到团了。说了，你没有看到。我刚刚什么？在哪里？河豚真的会救人呢、欸，超强的。近距离全炮到底怎么看到？看到了，有了，有了，有了！团两票，团两票。比欧比，我跟你讲，你等一下跟我一起下去吧，你。没关系，我们一起下地狱，我要排地狱娱乐。地狱娱乐。哎，票出去的也会哦。会都会，只要倒掉就会哦。还有一接下来就是我帮你，真的吗？没有，你赌就一天而已。哦，真的？对，这一次。所以我要退休。接下来是解药，对对对。但接下来你可以见证奇迹的时刻。什么样？什么意思？那么，哎，这是奇迹，太神了！真的是奇迹啊！奇迹的时刻，真的是奇迹。我想说不对，你月龄的话你怎么可能奇迹的一刻、啊、我怎么说我也很开心，怎么会他好火、啊、原来是奇迹，原来是奇迹，杰克杰克怎么死的，我被团团凹了，我没有偷看的、啊、可是他是被你是被带罪弄过来的吗？还是怎样？不是啊，我就站在那一坨里面啊。对哦，带罪的是我阿汪。哦，原来是阿汪啊。而且是完全一秒，我被传过去，完全没办法反应，直接来。你是什么、啊？你是猎人吗？被砍到了，我就来下去了。你要在那之前，我有闪光，我可以指枪。好开心啊、哦！最开心的是诺英，真的是奇迹啊、哦！哇，这见证奇迹，直接怨灵获胜，太神啦！太神啦！太难玩了。而且刚刚学长一个毒小雨六六六，很准的。可惜是状况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连狼人都倒光了，对，完了，人就剩团团一个人哦。对啊，哎，我其实这样真的是忘记杰克是哎，我看他在到外把诺，想啊应该不是把诺啊，我在跟别人。培养感情，感情。但是我们的那个掘墓者很多啊，所以阵营会怎样也不一定。狼人吃醋了，会混乱。再来喽。哦，好无聊。忍者，提早提早说一下。我这职业好无聊。好好好好。要喊啊！要喊一下。学长，学长，在哪里？哪里？不要不要相信他，他刀你。我也要，我也要。他是狼啊！他上一张地图就把你刀了，你忘记了？你非要狼哦！贴贴。你是狼，然后就把他刀了。人家贴贴就杀人呢？对。没有。哎，不是，搞不好他会被。我让你复习啊！上一天就是他刀你的。搞不好他会被杀。然后团团跟我留你一命的，我帮你复习。搞不好，搞不好是米菲会被刀。对啊，沙发是什么？对你最好了。我是预言家，对，有点怕。Bobo 是什么？
我是掘墓者。你为什么犹豫那么久啊？犹豫很久，我想拉长。我是他需要两秒多看你一眼。我死掉就是抱抱，我死掉就是抱抱。你死掉好，你死掉就是我啊！我被救下来了。是波波，波波，我看到了，波波他拿刀，他穿装。我大哥，大家还是不懂。你们洗阳气啊！来哈，我看一下。哎呦，你们脚下很危险的。老师脚下。狼慢慢来，那个爬藤蔓可以上去，你可以的。哦，我查到了，哎、欸，大会公告，大会公告，阿汪是狼人，阿汪是狼人。那边那边狼人那边可以爬上去，那边有藤蔓，你上去包波波，他在上面，可以。不要了，不要了。狼人想一下，上面有两个，两三个。那个上面很多人啊，狼人快去啊！不要过来了，不要再过来了，是狼人。狼人想一下呢。阿汪走开。来，想一下啊。不要再过来了，那是狼。哇，这个是怎么上去的？哎，是不是？我就教你那边都是掉下去的哦，你不去刚刚那里哦。你快点啦，那边超多人的，快去！哦，这也太难了吧！救命的！哎，出生点那边有一狼哦，学长，学长是狼哦，学长当狼了。出生点有一个，出生点有一个，我是吗？我是吗？我知道你不是啊，让学长多活一下啊！看那个位刀到人，我看到汪了，我看到汪了。过来，桥上，桥上，桥上，什么东西？在桥上，你是什么？掘墓。后面，米菲，你在那边跳学打人啦，这干嘛？米菲怪怪的，米菲怪怪的。你说我是蓝人，跳，我在玩这个啦，不是我在看这个要怎么上去。踩压力板跳啊。可是我跳不起来呢。啊，你的问题呀、啊？会有跳跃提升。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呀、啊？有屏障吗？不能跳那么远啊！你要跳出场哦。你看我怎么可以，你不行。一起玩游戏，你不要自己跟出场了。我跳不起来。那你就找其他地方。就你的问题呀、啊！一个狼岛喽，一个狼岛喽。怨灵啊，怨灵。剩学长跟一个不知道是谁哦、欸。大会公告，大会公告，诺伊是好人。哈哈，吓死了。来、欸，没事，哦、没事，我也可以走了。哎、欸，为什么？哦不，我这个人自己看看啊。为什么？哦不，连锁效应，很好难爬。啊，你就按住空格键，按住空格键就可以。对。剩学长。然后往后一点，哎，对，哎、欸，哎、欸，怨灵是谁啊？孟娜去挖阿汪的墓了，孟娜去挖。哦，哇，那要先把一个弄掉。早一点，孟娜。看光光。所以孟娜挖墓。小雨直接一个透视。笑死。我是掘墓者啊，我就看着那个光。被挖走是不是？所以你刚刚有没有想挖？是不是？没有，我就一直看着孟娜在那边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他要干嘛？该不会要挖那个墓吧？没有，是我挖不掉啊！我想说，没有你挖了，然后我想说我挖看看好了。要小心河豚，河豚会刺你，河豚会刺你。我跟他一决胜负。我刚刚是被河豚救了吗？那所以孟娜是吗？孟娜是吗？孟娜挖了死。哦，那在这里，那在这里。哪里哪里？那个重生点的，对，重生点，重生点。哎，孟娜你跳。不是我啦，不是你，你是掘墓者啊！不是我啦，我想玩一下，我难过。不是那个从那个我的墓啊，那个火在海上不太好用。你啊，小雨，你还是想挖他的墓啊？小雨，赌小雨，赌小雨。我走了，我走了。你确定？我走了。Serious， 他是不挖了，他挖了，我没有，我没有。踩压力板，地上有压力板会有跳跃提升，地上有压力板会有跳跃提升。跳，就可以跳。对，哇，六六六。你看那谁，那这场谁？这场有怨灵吗？每一场都有，有啊，都有啊。但是必定会有一个。那现在挑不是都必定的吗？哦。现在就是学长是嘛，狼嘛，然后还有谁？小雨不知道有没有挖，更多加速你会不会很困扰？其实我脚下有一只狼，怎么要砍我？哈哈哈哈哈哈！这里到底怎么上来呀？好扯！哪里？学长你可以的，学长你可以的，再跳一下。哎呀，跳超过了。哎，杰克是什么？回下来了。你猜哦？还是杰克啊？是他。你会后悔哦。不然就跳杰克，没有啊？你不是狼啊？去跳杰克，搞不好他是狼哎。
我不知道，没有啊，没有啊，那要节目啊，没差，反正不管怎样都还会升学长啊，我们就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去很快，像你的速度很快，去票那个，去票杰克，去票杰克，杰克在哪？真的，我被何准气死。希望你的速度超快，你可以体验一下。杰克在哪？杰克啊，重生点那边啊。他刚在我这边，可是我他刚重生点那边啊，不是吗？还是他走了？他好像走了。学长很难过，没有学长，你看印象速度超快。学长，你不要再撞河豚了，你不要。河豚一直来咬人呐，河豚不好玩。像你在水中可以那个按跑步键会变游泳，河豚是不是主动攻击怪啊？不然你这只是在水上走，那河豚都一直在撞。嗯，杰克躲起来了。对啊，那呢？我没有，我一直站着，我没有躲。学长，哦哦，丢丢丢，哦，对，还有鬼咯，我下不去。哎，节目者出动，节目者，节目者，节目者，啊，去掉还有节目者，那谁？我不知道剩下的尸体是谁的，要截到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等下乱截截到。你加油，你的速度很快，你的速度很快，你用跑的就可以了。很危险哦！哇哇哇哇！学长，这个360度、720度，哇哇哇哇哇！这个戴罪，这个戴罪要死。怨你还在，怨你还在吗？害怕，小雨，学长加油，学长加油！等我，你过来吧。我先不要，先不要。还是你有队友的尸体，我就可以加入你。加油！好恐怖，好恐怖！米菲嘞？米菲好像人鱼吧？我是想说，诺英看得到啊，繁星也看得到啊。好有趣哦，这场都倒了吧？杰克，哎，怎么了？我已经绝到女巫啊，我可以杀人。第五天就是他女巫啦，发光白天哦。学长，学长过来，忘记了。学长在走桥，他在过桥。会有学长往前走，不要回头啊！有再往前，白天会发光哦。第七天就会传送。我要给他机会。先不要。哦，先不要。这个可以砍，可以砍，可以砍，快点。哎呦，那你要出来让我们打一下啊，杰克。那么多砍我，是杰克吗？繁星，繁星哦！啊，没有，怨灵刀不死啊，所以场上一定有怨灵的。对啊，一定有。我一直在吓米菲，他每次摸一下就在唱歌。就是你哦！没有，可是你都没唱歌啊。就是你，谁一直打我？这个是怨灵图哎！吓死我了！蚂蚁泪奔了，哭了。蚂蚁很难过，我的游戏怪怪的，等等。你毒药自己喝好了是不是？毒药砸到键盘上了。我刚救了你，学长真的是狼哎！你知道我摸了你一下，你一唱歌，他马上换装备，你知道吗？是你摸的，我以为是他的。他摸你早就死了，好不好？你在想什么？死了！告诉我，我才觉得很奇怪啊！学长，你是狼，你为什么抱我？我没有，他没有抱你啊，是小雨抱的。是我啊，是小雨抱的，小雨掘墓啊，小雨是掘墓，因为我也是掘墓。学长那时候还在绕圈圈，他在跟那个河豚奋战。小雨是那个啦，掘墓者的监工啊，他是监工。你们要怎么？不是监工啊，不会挖。他是监工，他是监工。就一直看着他，谁掘墓者不做事？没有，我是看谁掘墓者做事。我想说，我没有举过啊，就拿着这个职业没有玩过，想玩看看。啊、我就一直点他。抖 N 也来喽！哦，抖 N 来喽！学长，抖 N 的话就是白天的时候，如果他被票出去，那他就会自己独赢。哦，懂了。因为他是个抖 N， 对。那他其实也算是好人阵营啊，所以他也可以跟好人一起获胜。可是他如果想要独赢，就是他自己。被票出去就可以。嗯对，那他白天他也可以票人，但是他的票在结算的时候其实会是无效票。Okay. 比方说你是抖 N， 我跟你互票，但是那个我的票其实是假的，就你票我其实是假的。嗯。就稍微知道就好，反正你只要知道抖 N 啊，独赢被票出就是独赢。OK。嗯。没问题啊。那就是没有村民喽。
好，抖 M 绝 M 掘墓者还是很多哦，所以掘墓者绝抖 M 就是绝 M 哦，绝 M 成为抖 M 哦，绝绝地重生 M 哦，绝地求生 M， 那就来合体走起来，哦有有有，合体是那个可以买宵夜的，可以买吃，螺旋丸炸鸡为什么哦？不许吃炸鸡。第一天我们都不，对，第一天没有票。这样在哪？要不要吃鸡排、喝珍珠奶茶？喝珍珠，喝珍珠，好噎哦！喝珍珠，喝珍珠，喝奶茶珍珠。我每次点珍奶，然后喝完都会留一堆珍珠，哎，你们会？啊，你技术不好。啊，我技术不好。平均分配，可以平均喝，哎。对，要一口要平均分配一下。马一跟爸爸还有我一样，我们三个是一锅。哎，我是反过来，我是有剩茶，然后珍珠没，哎。为什么？就先吸下面的啊！把它吐出来吗？我超会吸！哈哈哈哈哈！你这是最近嘴巴都坏坏的哎、欸！对啊，要长嘴，长嘴！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人了？对啊，我最近开料已经够过分了、欸。还有谁吸不完的？三本有一只。三粉鸭贝，通常对，你要不要吃免费的矿泉水跟卤肉饭？105度的吗？好撑哦，105度很香哎！你不要砍我，你吃，你不要砍我，你吃。向学长活下去，谢谢，拜拜。什么？欢迎下次光临。什么？你是什么？我等一下变魔术给你看，来了。啊，他变魔术，大家变他的头。干嘛？哦，不，他来了。哎，他往全联走，没事了。全联盟没了，大优惠，大过年。阿发，你看我，你看我。复仇者联盟，这个吗？哎，带罪！哇！鬼人出世，对，传统鬼人，你们那边上面有一只，这是你，是阿旺，你是不是鬼？你剪了吧。阿汪，你是什么？阿汪，又是阿汪了，哪里啊？哪里？包狗也是啦。是巧克力，你在哪里？我在后面，我在后面这里。刚小雨从全联那边走出来，有可能是小雨。不是，他是被带罪，带罪。他跟阿汪带罪。阿汪，哎，打不到。巧克力联盟。阿汪，爸爸跟阿汪好，那爸爸两个，波波跟阿汪吧。有，孟娜上。哦，有。还有波波，大家听好，有波波。哎，没有啊，我第一天看着学长，然后学长在那边看着旁边求饶，我怎么看得下去？后面。那你赶快去看别人啊！哦，我就走了，然后剩一个。啊，剩一个狼，那活下去，还有怨灵，活下去。我看到一个，来了，可恶，差点就跑掉了。呕吐啦！明明就不是你在吐，然后在那边唱我吐，你的主题曲不能变唱一下哦？是谁啊？要说版权，真的太难了。不要啊！来一下啦，我们两个纯狼都走了，只剩我了。啊！别了，你怎么可以双赢？这里我是蠢的。有人被带罪了。马一是狼，所以剩下的米菲什么？我是掘墓者，可是我没有掘到东西耶。你可以去掘狼啊！你可以去墓者，你可以去掘一下。你晚上可以去掘一下，晚上晚上还能掘，晚上可以。你家还在吗？院家在，我在。你查了谁？我查了爸爸和我自己。没有，有百变，不要凶他，有百变。我现在看不出来吗？我以为最长的就巧克力嘛，哎，没有哎，最长还有孟奈。对啊，那还是熊大哥。我觉得爸爸很可疑哎，我觉得那个米哥很可疑，我想跳他。是我，你是不是他是？你是不是？真的吗？哦，他说他一直在找巧克力是人鱼啊！哎，不行，哎，那个，
谁跳蚂蚁的？团团，团团，团团是你。好坏哦，这一集。好坏哦。好狠呐、啊！团团，看你被整死了。天哪！好人太多了，票一票。你牺牲你，我们就要真的，那肯定要票一票了。拉不到，人数太多了，人数太多了。对啊。太多了，你好猛啊，彤彤！你投票好，而且那个一出手，那个50%、50%还中哎、欸，对啊，哇，不愧是寿星哎、欸，前面两狼怎么倒的那么快啊，好扯哦，不愧是寿星，不愧是欧洲小猪哎、欸，小猪。爸爸，你一开始是不是想过来刀我啊？你在吃什么？然后等我指教你的时候，你就找了。你在吃什么？你说我吗？宝宝、oh, uh-huh. 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想要做事，我要争取你的信任。没有想要不行，阿王被我们第一个女巫换骑士哦。我感觉你应该很棒，所以我就先指枪。女巫比较强哦，我们就一个女巫换骑士哦。好、啊，哎，骑士是白天还是晚上？这样的，骑士是白天的时候会有技能，那、哎、你就可以找人对决。如果对方是狼的话，对方直接倒。对决哦，对，好好好。但如果对方是好人或是怨灵的话，就是你自己出局。好好，很可怕，对，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再对决哦，不要无脑对哦。你想要上厕所的时候，你就去对决。没错，没有啦。我台北火车站火字底下见，来。走起，走起。来来，谁来跟我对决？谁来跟我对决？现在没有啦。第一条都没有，第二天开始。第二天，你要想清楚。真的假的？我有要对决，去练武士队。不要啦，出牌啦。我有决斗牌呢。好啦，游戏玩了，现在都是流行自爆流，好不好？自爆了，你说18秒对不对？18秒加50分，对，一下变不见了。能不能起手5张就黑暗大法师啊？那会减阳气耶，你要想一下。减阳气，干嘛？总裁问他偷看我，好可怕！我想说你为什么在那边？因为那边很多人，很可怕啊！啊，躲起来，躲起来！我死的是宝宝。好，我刚摸他一下。那我来，哎、欸，人法，哦，对不起，领令全部发光，好棒，全体发光，你没有一个加速或干嘛？你怎么不是等尖叫再按啊？有宾馆吗？法师狼，法师狼，啊，法师狼，波波是狼吗？不是不是，波波不是，波波的忍者。哎，再见。你这个带的有多烂的？没带到罪啊！一个呛一个呛，太嫌弃了吧？太嫌弃了！是哦，所以少一狼了。多只嘞，底下谁是狼？刚谁是狼？爸爸，我学长是什么？杰克是好人，杰克是好人，我是好人。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好了，少一狼了，少一狼了。他是我精华。那有谁？哦，反团是什么？我是全部长。这么多节目，啊、那大家一起绝 啊！好，我们一起去绝，好不好？走，节目了。不行，哎，你现在想绝，怪怪的哦。没，现在绝不了、啊。我只是说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晚上绝不了啊。到底是什么？晚上啊，晚上绝啊。你是什么？我绝目吗？我三个哦，有没有第四个？没有没有，小雨思考了一下。我是绝目，我是绝目，我是绝目。你们刚刚很绝目，院长还在吗？我还有在讲。小雨，然后刚刚一狼岛，我刚刚看到一个狼的尸体，我没有捡。对，小雨看得出来是狼岛，是发发。为什么会看得出来是狼岛？啊，我掘墓者，我可以看到狼的灵魂。你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拿过尸体。小雨他是假的，小雨是假的，冤家没出来。我从来没有捡过尸体，我只看到灵魂而已啊。哎，团团，你说你是什么？掘墓者。那我们等下票票小雨，等下票小雨。怎么可能？那你是不上来吗？错狼，你在凑凑狼。我巧了，他说巧了。好，我也是掘，我也是掘。所以你才去奇怪啊！绝只有3只啊，我们已经第4只了。我们去，而且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怎么绝，他不知道怎么绝。我也是绝。这边你看，我站的位置。你又绝了！哎，小雨，小雨，小雨，这边有黑狼网的目的哦。他不是绝吗？你不要绝黑狼啊！你不要绝黑狼，拜托。哦，这个是黑狼，没有绝后面这个，后面这个是黑狼。乔是坏的，乔是坏的。好了，我要去绝了，我要去绝。我绝，你们不绝，我去绝了，我去绝了，我去绝。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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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觉醒了。不绝了吗？不绝吗？没有，我绝猎人，我绝猎人。哪一个绝？不绝黑狼王吗？绝黑狼王。远方那个是谁？那个乔啊，那是乔啊。
那个远方那个呢？我啊我啊我啊！我在树上那里啊！哎、欸，你在树上？哎、欸，那怨灵是哎，杰、欸、克杰克杰克，你后面你后面。全体互换位置，谁把我换到这里来了？那你坏人，你好坏，你说呗。好扯哦，杰克。我怕你觉得黑狼啊。好扯哦。杰克是那个。我啥都没做哎，还要被开枪带走。又绝一个猎人呢、欸。哎、欸，无限猎人呢、欸？无限猎人，那个屋顶上的那个无限猎车，无限猎人开起来。所以是蚂蚁吗？吓死人，吓死人！你说我是吗？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哦。蚂蚁，你是什么？我要咳嗽了，我要咳嗽了。怎么那么多？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绝目了。有啦，我就是啊，我刚说我要去绝，你们不让我去。然后团团也是，不，团团是杰克，是小雨也是。蚂蚁也是，好了，蚂蚁蚂蚁过来，就对决对决。蚂蚁也是啊啊，真的是，他觉得他觉得，哎、欸，这个楼顶死超多人呢、欸，这个你是鬼呀！我跟你讲，那个、喔、还有怨灵哦、喔，你们要想一下哦、喔。嗯啊，来决斗吧。这个尸体是什么尸体啊？哎呦哎呦哎呦！什么尸体啊？猎人的啦，那边有猎人，那个猎人有狼王，你随便决一个，有骑士也有。猎人的，哇，这是猎人的，这是猎人的，靠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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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还会留一根？你怎么留一根？啊 ，Q 出去是不是？你把 Q 出来，我 Q 巧，你 Q 到了，你 Q 到了，是不是狼人？我只剩我一个了，你要想清楚哦。你确定真的只剩下你一根吗？你要确定？他、啊、又没有绝，又没有绝。那也绝。哎、欸，有人养小猪、哦。全体换位置。养小猪。半，你现在有打到谁？谁是无敌的？你要讲一下啊。我真的也不知道啊。他打过都死了、啊。没怎么看到、啊，坦白没怎么看到、啊。我都一直在追逐你们啊。我的伙伴是那个啊，爸爸跟小雨啊，你看我都很老实。好了，我先暂时先。是。团嘞，你要找一下团嘞。啊，我在屋顶上啊，你可以看到吗？我在上的，你们不在这，我最后一个喽，诺伊，我最后一个狼喽。还是你？是不是你是做那个怨灵？哎呦。诺伊啊？等下，你是不是怨灵？你是不是怨灵？我是掘墓者啊。你看五个了，怨灵还在哦，怨灵百分百还在哦。五个全部者哦，人什么鬼？要素过多，要素过多，有点多。我脑袋好混乱。学长是好的，学长是好的，就是团团了，就是团团了。不是啊，我是掘墓者啊，我要去挖黑狼王的尸体啊，挖不到啊，啊你不让我挖。没有，都没看到他，都没看到他。有啦，怎么没有？爆炸了。不用爆炸，就是团团了。学长是好的。嗯，我超好，我还可以唱歌给你听。有，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你看诺伊可以倒，就是团团。我用这样测试的吗？可以倒，可以倒。我是这样测试的吗？我要去挖诺伊的尸体了。好，我是团团了。哦，你要先走啦，不然我要学长留着最后享用。哎、欸。哎呀，好像哪里怪怪的哦。哎呀，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没有，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那、啊、我现在又没办法弄他、啊。红砖，红砖，红砖。哎呀、哎，我真好难跳。我这样的全力以赴，哇！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讲发光啊？哎，戴罪。哦，哎呀，有了，要发光了，是谁？哪一个发光？发光？哎，那是我啦！哎，团团，哎，团团，你好，是我，你好，那是我，哎，团团，包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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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biu biu， 快！没有得买，我没钱了，你没钱，你吃完了，你吃完了，好像都没有那个失效了，那个失效了，哦，坏掉了，1.18的问题吗？有可能新的指定，快你在哪？你在哪？快点，快点，你快点，你快点，我不是，不是，你知道一下，你划算了，差一点。知道一下，你知道太多了。哎呀，你是什么？哦，你忍者哎，没错。哎呀，哎，可是你的技能是没有啊？
啊，看不到他哎、欸，跟狼互换啊，跟狼互换，可以啊，对，他有用啊，看不到看不到，大野狼与小绵羊吗？哎，没有，他跟哇，他跟狼有一定距离的话可以互换啊，对啊，哦，但是贴很近的话就没用啊，嗯，因为现在狗不用，你可以跑很快之类的。好扯，波波！好扯，好扯，好扯！好扯，好扯啊！太难受了！小雨 QQ， 明明就只有两个恋人啊！明明只有三个全部人，讲一讲，讲到变五个。你们在那，我真的好难过，我才是。全部整一死。对，我诺伊倒霉，他也说自己是绝户。哎，诺伊那时候追好久，我没有反票他哎、欸。你反票我？我不要啊，我就觉得你很奇怪啊。哎呀，哦，你就感觉完全不怕死啊，怪怪的，怪怪的。哎、欸，对耶，回过头看，除了我是这绝户者，这边喊绝户者全部是骗子。有啊，有两个是真的啊。继承，继承是他的，继承就是真的。对，所以这种三个猎人呢、欸？对啊，对啊。那个直接把小雨杀了，就无限列车啊！开枪不小心按到 Q 了，对不对？不然就没了。对啊，那我要准备学开枪的时候就，哇，把枪丢出来了。你的枪就掉了，还好还好，你的枪掉地上。你掉你指到的话就是团团赢了，好可怕。然后那忍者互换位置的时候，我换到一个下面，然后后来那个地方原来是学长的地方，他又默默的回来，然后看到我就吓到，我这吓超大一跳，花鼠直接飞回去，直接飞掉了，太惊吓了，真的。你能发现那里很猛哎、欸，一个神秘的地下室。我也没看过，那边很赞哎、欸啊！我的天、啊，哎、欸，对啊，那地方好好哦、喔，我还这边唱歌哎、欸，那边很棒，地下乐团。再来喽，再来喽，地下乐团。完了，这次会有幾個，所以没有鸡排奶茶喝了，都没有，太好了，完了，今年没有领红包，没有啊，防疫等级上升了，没有夜市了，我是发红包、哦、不领了，呜呜呜呜呜，吐了。还想要买真奶，留下珍珠。你是按错了，你会都打我。真奶，你是真的吗？你是真的吗？真的啊，真奶真的真的。真的吗？真奶的真。你看会不会打一打，拿出突然拿出斧头啊？好可怕！开玩笑，我觉得还不错啊。太凶了吧？太可怕。嗯，跳不过去。哦，这里也太热闹了吧？这边是那个、啊、热门景点。真的，打造知名地标，哎，知名地标，晚上喽，小心喽，吓到，有标啊？哈？啊不啊！上面有一只狼，上面有一只狼，那边，我知道那边啊，可是我要注意后面啊。哪边？阿爸是狼！哇！对，快跑快跑！连锁没有一只狼倒，一只狼倒！哎、欸，干嘛？我干嘛？我没用干嘛？这什么回事啊？这什么回事？等一下，我想要去全连，被拉回来。我在对面，在对面。有复仇者联盟，你可以去换一下。复仇好丑哦，复仇者，复仇者。狼儿，你躲起来是不是啊？狼儿在熊福利那里啊。狼儿是谁？倒一狼，目前倒一狼哦。哎呦，我摔下来。他有姑姑吗？好问题啊，好问题。看一下是谁啊？繁星枪发吧，发把枪波波。真的不是？没有，是波。哎，米菲跟蚂蚁为什么跳过？我真的没按到，不是？哦，白痴，波波，你被指枪哦。他听起来哇，我懂了。米菲，你什么身份？好人，好人。米菲是他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好人，对吧？他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的身份。预言家还在，可以那个查他，可以查他。先查他了，好不好？先超度。不是，要他点上米菲啊。学长，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啊？你要看这个 ID 长度。我想要验证你一下。你要验证我是什么意思啦？让我看看。我们一起在那边追杀的，我刚。啊，他是坏的，是不是？那我先走了。让我看看。哎，米菲的话有没有预言家？
我，你可以啊，你在下面小心。可是我后面有个鬼在追我。你快跑！快跑！你有无敌哦，记得无敌，无敌拿在手上，无敌可以用哦。我还缓速，你可以开一缓，开一缓。留他一下，好好等你一下。对，你等我，谢谢。等你一下，快点，快点，你拿个礼杯，快点，我啥？你快点，学叔，你拿我的刀。我猎枪哦，我猎枪哦，很大哦，真的，我让你查，你快查，学兄现在查了，我已经查证了，我已经查证了。那你看，你看日记，你要看，你要看，你要看，查了什么？来不及，哎，不是来不及啊，我给你太久了。他手上有书，怎么会骗你？我说 QR code 给你扫一下嘛，还是饼店在饼店在饼店，蚂蚁在饼店，饼店是什么？是在这下面呢？哦，反正是不是认领啊？我不是啊，我是掘墓者啊，我要去挖那个了。蚂蚁，我看到了，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哦，蚂蚁过来。还有一只狼，是不是？米菲还有米菲，还有一只，还有一只。为什么？怎么？你干嘛？你干嘛？为什么？啊！弄一怎么一票？弄一被蚂蚁票啊！哦，那蚂蚁为什么反悔？啊，对啊，蚂蚁怎么反悔？哦，你人好好，哇，你人好哎，良心发现了吗？你是个好人哦，你是个好人哎，你是个好狼，你是个坏狼，是好狼。好，那我们要看那个喽，怨灵到底是谁？我要不要我要去掘那个吗？掘怨灵。你可以啊，你可以去。那个谁，可他死在哪？我不知道啊，在那个诊所附近，在诊所附近。是学长，可是我觉得学长变见习预言家哎。哈？啊？哎，有可能，因为现在还有其他那个吗？预言家吗？哦，还有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吧？可是我觉得我变见习预言家呢。啊？为什么？哦，你已经挖了，是不是？你抢先挖我的墓。但你应该有吧？你应该有吧？你应该有认出吧？我现在是。我没有，我就是他下面写。你挖到见习预言家的。应该可以看之前查的是谁吧？他就只能当见习预言家哦。还是下一晚看看，下一晚你看看吧。可恶，你抢我的一个墓应该只能一个人掘了，应该。那学长死掉那天晚上，我就直接先挖了。哇，你好狠！你挖太快了啦，人家挖完他死了，死了。那个他死，逃难不瞑目呢。好，我去，你死在哪里？他死在哪？他死在庙那边吧。好像也是在诊所附近的诊所跟庙那里。我刚是在那个庙附近看到。小雨跟诺英什么身份？我刚是那个掘墓啊，我掘了一个忍者的，不知道冲阿辉。那就是诺英啦，那就诺英啦。哎，团，票他，团团是怨灵，就是他。我们旁边有人就直接票，旁边有直接票，不要让他赢，好人直接互票也没关系。又你，米菲哦，我还是米菲。这剧情啊，这剧情好复杂哦。哇，六，什么剧情啊？复杂，我以为是米菲是狼哎，不是啊，我也以为米菲是狼哎。真的这么可疑？哎，真的是抖音型玩家，预言家，哎，真的是见习预言家，哎，对啊，应该是挖到见习预言家。不，他是挖，没有见习预言家，见习预言家，真的耶，哎，对，好神秘哦，为什么？所以你可能挖预言家没办法，或者可能要等隔一天，你可能挖太早了。太快，人家尸骨未寒就被你挖走了，就被你挖起来了。我想说赶快挖，赶快做事啊！我前面已经当了两次掘墓者，我什么都没挖到就死了，死我就直接去挖了。有恭喜你，我说他是掘忍者，我就想说，哎、欸，好像人数怪怪的，直接确认一下，然后又动刀了。哎呦喂呀、啊！可恶，学长那个要赶快多看书。我一直在看啊，他一直在阻止我。那你要停下来，你要停下来看啊，他以为你骗他、啊。钻石装的，我不知道谁。他就是个可怕的狼啊！那你有查到人吗？我很想查，但他一直骚扰我，我没办法停下来，还没点到。
被我演到满的啊！学长第一天的时候，我被狼追，然后就看到学长在前面，然后一直回头。我说你不要回头了，不要回头，回头、啊！我想要确认他追的不是我，勇往直前就好了，就追我就对了。好的好的，注意别回头，小心小心、啊，真的很美好、啊，最危险，几率也太高了吧？对呀、啊，怎么每次玩到这个啊？都是这只啊，哦，哎。黑狼当得很，狼王当得很累、欸。狼王当得很累。蹭进去吗？哪个是？我铲子都直接咬在嘴上了。我也是，是咬在嘴上了，你知道吗？我要放大镜哎、欸。怎么很好玩？像开那个惊喜包。惊喜包？你说看到咪一堆尸体吗？对啊，因为我刚那边就也记得狼也倒在那啊，就想说到底会觉得猎人还是狼？下面在干嘛？被打成一片，相亲相爱。打人呢、啊？我哪有打人？他可能是倒在，等一下直接毒他就好。哎呦喂呀！晚上直接毒他。对。你们两个在干嘛？他们在相亲相爱吗？在打。我在。是我们表达。哎呦，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啊，马来。你好啊。你好啊，朋友。我有冰激凌。冰淇淋，我有冰淇淋，冰淇淋，有两个冰淇淋。马一讲，谁讲？第一次，马一是好人。可以。团团是好人。你怎么知道？小雨不要瞄我，别看你。还有可能是假的，他可能假的。好，他是一个零。没有，我跟你讲，怎么可能连四啊？啊，怎么不可能？哦，不可能，不可能啊！连四啊，连五啊，连五拉五嘞！他笑的跟年纪的真嘞。那你安全下洞怎么办？怎么办？没事，不可能。好，那你看你右后方，怎么下面下面，看我嗨，你好。看我！你那怪怪的，我不要。不是啦，我能够给你怎么怪啊？我忍者啦，快点啦！哎呦！你是不是猎人？没有猎人，我是猎人，你也别害怕，你为什么害怕我？你想要乱来？是想？我觉得团团很奇怪呢。团团很怪，团团刚跑的速度好快哦。怎么跑速度很快？你们跑速度很快啊？没有啊，你们刚刚那个历史效果咻咻咻哎，真的，到零到一百 K only 四秒钟。而且我在下面，他完全不敢看，他超可疑。完了，熊猫团团。我现在给你看，看到宝，看到宝，好不好？看到宝。来，你走，你走，你拍什么？你回答我，你是小猪吗？我是小猪，小猪。我觉得很危险，我要先跑。就我掘墓者啊。那我等下就查你。又觉得好，没问题，没问题。很抖哎，那波波也很抖哎，那个，因为他是躲在那边啊。没事，你就先查他，反正他搞不好又是那个七骑士。对对对，先查短的就对了。我要先确认你的速度。斧头要查一下那个长度。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反正查出他的好，我们就绝对不会遇到他了。没错。团团的长度啊。哈哈哈哈哈！这么长，因为很长，没有很长，一二三四，八，八四狼，我长八八，八四狼，我不是狼。我原本想说要演一下，让大家一起玩的。还有养小猪哎，可恶哦！养小猪，你是什么？我是掘墓啊！你是掘墓，那你等下看有没有掘墓新的？还有一个掘墓是谁？掘墓报名。我掘墓。最后一个喽，没有别的喽。不是你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啊？等一下我第一个讲的。我相信你啊，所以三个掘啊。哦，好，那就好。我五道一下，五道家。那个狼刚刚在那个庙后面那边。庙吗？庙。可是五道全体换了，所以不行。全部换了，不太知道。换全换了，不知道在哪。是阿发哦，阿发跟谁？阿发跟团哦。阿发。不是我，不是节目啦。团团是狼的尸体。他什么？我是猎人。哎，孟娜蛮人性的啦，因为我刚刚靠的是蛮人性。蛮猎人。对啊。哪个才是真的猎人？我开场就直接对在波波头上哎。好。没有，不要摸我，他怪怪的，他很奇怪。啊，所以谁？谁？到底谁怪怪的？谁怪怪的？没有，我比较相信小雨。你干嘛？那我？不是，我真的是猎人呢。不是，我才是猎人啊。
我说练出一个吧，反正梦娜要么真猎人，要么抖恩，他的行径怪怪的。好好，他很敢给票，他很敢给票。没有，我跟你讲，这小雨一定是真的，因为他刚刚想了，他刚刚想呛我。我觉得我开场一晚上啊，就直接拿枪了。我一会儿阿旺查梦娜的，阿旺查梦娜，直接对着波波哎，超狠。对，我再来比对一下长度啊。最长的，最长，最长，我最长，他最长，我最长，他最长哦，好。我超长的，我超长的。怎么啦？是我们阵营，那是好人阵营啊，他是好人，那他就是抖 M， 那他就是抖 M。屁啦！这里有只狼，帮我把我推下去。你好，我这你怎么好说的，波波？因为我觉得他够……哎，不对，有人穿衣服了，他是好人。有人穿衣服，你到底想讲那个？隐形寺庙，隐形。我才是，到底是谁？连锁反应，孟娜集，孟娜是真烈，他集枪了，所以那个小雨是假的。我不是。小雨，这个我不是，怪怪的。我不是。你这不是不对啊？换一个，是谁？哇，这也太有趣了吧！我不是，我的天哪！等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剩一狼？要换呢？等下，我们有票的人过吗？有吗？忘记了，好像没有吧？没有票过吧？没有票过啊？有票过吗？没有，我们全部都是被狼杀死的，你知道吗？只打一狼而已。好一狼，我呸！那剩下就是团团跟学长啦。我啊，好人啊！你也是啊？你是什么好人？会唱歌的好人。那就是团团了。不是啊，我是节目者呢。节目者啦，我真的没说过谎。那你那么多尸体，还不赶快去挖一下？哇，你再查一下，他们有怨灵啊，我觉得不是小宇宙团团了，长度真的很难哦。哇，连四拉四啊，连四太夸张了，你好夸张，好扯哦，什么团团？而且小宇宙刚才站在你头上，哎，哦，真的，站超久的，我一直在看，你干嘛查我？哎，你超诡异的，你站在那角落蹲在那边。你是因为我想装作我是好人，结果我看到你穿过来，我赶快穿衣服，我就怕你砍我，你还给我砍下去。我觉得小雨这个无可厚非，我觉得小雨无可厚非，这没办法，不能忍。哎，一个人偷偷摸摸躲在那边，我被直接砍的。不能忍，我可以理解啊。你看同，你看我带着怨气来那个的，我的天哪！不是哎、欸，我真的是拿到我傻眼，怎么又是我啦？好烦哦！不是我铲子都直接拿了四五把了，没事的。怨灵好扯啊！好狠、啊，真的太狠了啦！拜托不要再给我怨灵，我求你，我好累。怨灵再拖久一点，不然超度不了。哎、欸，再抽到你自主加一小时好不好？怨灵小猪，我被一堆人，我被一堆人锁定了，那个、怎样啊？那个最后蠢职业要来喽！太好了！蠢职业，抖 M 先关啊，避免大家已经很混乱又更混乱了。好，没问题没。好鬼啊！太鬼了，太鬼了！学长，蠢职业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技能都会变成相反的，因为你是蠢的。哦，对，那我们十三个人之中有四个、五个好了，有五个是蠢蛋。嗯，对，这么蠢。这么蠢，对，比方说，假设你是蠢狼的话，你还是可以刀人，可是你穿装反而会速度变慢。OK， 对，那预言家就是查到好人会变成是狼，查狼反而会变好人。哦，他的答案会是相反的。对，那像猎人的话，就是你指向对方，但其实没有用。OK， 会哦，就没有用而已。熬个屁，玩那么久。熬个屁。怨灵的话，怨灵就变得不是晚上没有办法无敌了。OK。然后他晚上隐形反而会发光，所以要小心。哦，好。那个忍者的话，这要小心哦。忍者的话，你如果是蠢的，他武道有一个是全体互换位置，会变成全体传到中间。被嗨的那种，大家拉在一起。狼人就直接大开杀戒。哇，好好好。biu biu biu， 小心，很可怕哦。很好玩的，好想当忍者。你上次也这样讲。你每次都讲。
雪地嗨起来，好，嗨起来，走起！哎、欸，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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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跳甘蔗，甘蔗不行，竹子，竹子不行哦、啊。好的，没问题。杰克，你又要摇了吗？你要摇什么？你不是摇铲子？对啊，你好想摇哦。哎、欸，那个掉了，掉了，被我折断。我可以说我不是了，真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不可能连四啊，不可能连五啦，不可能连五啦。你的说法每次听起来都很真诚，可是他每一次都还是在这里。没有真的，两个这样真诚。你为什么爱说谎？你认不认团团？你认不认？我说话很真诚啦，我这次真的不是，我这次是冤家啦。真的很真诚是不是？啊，他每次都会说自己不是。他每次都说自己。如果还是怨你的话，再加一小时好不好？好，没问题。但是这次真的不是。哎、啊，等下我第一个查你，杰哥。加一小时，没问题，没问题。加一。我倒的都是那个梦音，我倒的是梦音。我来看看会不会出事哦。什么意思？杰、欸、克是狼人阵营，查到了，杰克。啊？哎、欸，你是不是蠢的、啊？还是我是蠢的？你是蠢的、啊。你先查一下，你先看看，对不起，我蠢的。你先查一下自己哦。你讲真话，哦，理直气壮。对不起，我蠢的，我蠢的。那个猎人的闪光弹蠢了会变蠢的会变怎样？电人好像用不出来，你用看，好像就没有亮吧？有，很闪，那听到声音可是没有看到电电，蹦耶，整个闪我完全看不到。哇，你跟谁在闪啊？完蛋，我要拔你眼镜了，我拔起眼镜，眼镜瞎，看不到眼睛瞎，是这个意思。不要动。所以所有职业都要试过才知道是不是蠢的啊。对，然后梦中印这一栋里面有米菲，米菲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我是掘墓者。你干嘛躲起来？躲那么前面？掘墓者加一，掘墓者加一。因为我躲起来是因为我怕被砍呢。为什么要躲起来？那我不信，你叫狼人，你死掉，我去掘你的墓看看。不然你为什么你是刀人？哎，你死掉，我去掘你的墓，验证你清白。看到粒子不过去，你看到粒子不过去。粒子啊？有人死吗？没有啊，我在操他话哦。搞，我是忍者。B O B O。说什么？对不起了。你是什么？我是忍者啊。你是忍者？小雨是什么？我是忍者啊。不知道是不是聪明的村民。哦哦。哎，对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那个预言家刚刚的书没乱买哦、没有，我们现在是那个那就是白白狼白狼王，没有没有，哦，我现在是一黑一黑两白，一黑两白，哦，一黑两白，对哦，所以那个白狼王的哦，对，学长白狼王的技能是白天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那你会直接把你旁边的人带下去。就你自己自爆，再带走他，跟你一起自爆，对，跟你抱走。记得要喊那四个字哦。如果你被票的话，就可以用啦。没被票，当然是继续活着。你可以喊。如果是蠢的话，好像就是只有自己会走而已。我好像是蠢的哎。对不起，我这个预言家是蠢的。你是蠢的哦，你是蠢的。我是蠢的哎。哇，你发光了，阿旺。哇。我想，好像赌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传送？不！危险哎，危险哎，你小心哎。那是好人。然后那个的精华有过了，不是啊，有剪过了，没有剪到啊。对，那是有玩吗？我有吧。米菲干嘛？米菲干嘛？哎，那我米菲跑走了，他不见了。拿你的技能，你是谁啊？他跑那边去了。不是他跑到旁边了。后面狼，哎，他们会。贴去狼人吗？哎，所以你贴去狼人旁边，发发是狼，狼人吗？那发发发是狼，你是不是狼？我活都死了，我不管了。不过召回没人，我是取来的。等一下，等一下，那我第一轮为什么掉？我第一轮好像是不是冲到蚂蚁旁边？哦，蚂蚁，蚂蚁，哎，旁边呢？哦，忍者好猛哦。呀， yeah, 那这样子，哎、欸，我看到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孟娜了？哦，哎呀，可是我找一下那个月玲，要找月玲，找月玲吧，先找月玲吧。哎，他书都是写的好好的，不是我啦，我是预言家。等一下，我要自爆，等一下，那我要回想一下，到底是蚂蚁还是孟娜？哦，真的吗？那我先做回。不用反应，我最后一秒传。你不用想了，你不用想了，他反应就是这样。他反应，你还有反应，没事，你这样 OK 的，超远了，漂亮了。
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那我要再传一次，我要确认谁了。好 ，BOBO 是谁？我是。你等现行再传，你等现行再传。可以了。BOBO 是谁？现行再传，现行再传。我是掘墓，哎，有人在地上走了。有两个，等一下有人掘了，有人掘了。有了那还有你啊，那米菲在我这边啊，那就是波波了，还有两只、欸，我没有。可是我刚刚，波波在屋顶跳，刚查波波没事，在屋顶啊，波波在屋顶，我是啊，巧克力哥诺英在也在屋顶，我在繁星旁边，左边这里树上，梦娜山上山上，梦娜本来都是，梦娜在我们这边都是抱团的。这是谁？学长吓死了！没事，两票。等下，那这样还有谁可以验啊？白痴哦！等一下，我想一下哦。不用验我。巧克力是谁？巧克力是可以对的。我这边跟那个，可是巧克力一直在屋顶呢。我们这边从头到尾都三人，对，三个人从头站到。可是不代表说没有巫远灵啊。不要那个就好了。对啊，有小猪哎。我可以对哦，你是什么？一个一个说啊，小雨是什么？繁星是什么？杰克是什么？我是说明啊，我掘墓啊，我掘墓，我也是掘墓，你怎么可能那么多掘墓？没有三个掘墓，杰克也是啊，繁星呢？我掘墓啊，阿波说他是掘墓，第四个了。来，我现在去掘狼王哦，不要逼我哦。米菲、杰克、波波、繁星四个说，我是人鱼，哦，就是人鱼，那没了啊。我是觉得，我觉得掘墓，我觉得比较可以耶，相信你自己，因为掘墓他有可能先倒。哇，真的哎，真的倒嘞，好棒哦！好了，学长你在哪？阿旺在哪？在小屋，他出来了。好喂，太厉害了！蠢忍者真的超强哎！我在最后一秒的时候用，我就一定在狼旁边。那他会写说，你传到谁旁边吗？怎么？我很可怜哎，我一直在想说，等我队友动刀，我再出动。结果我队友好像都没做事。你也想做？我想做好吗？是因为我根本上不去。全部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蠢的，好难受。我就没看到保佑上帝让你有好的。马也是骑士，我还没跟人家对决就被养小猪，死了。爬不上去。然后但我就穿你的衣服，可是哦。掘墓者那么可疑哦，没有，因为主要是里面有一个 Bobo， 我已经刚查过一次了，对吧？所以这样排一排就感觉就是。哎，那这样掘墓如果掘墓到纯的话，它也是纯白狼吗？应该是哦，应该是。所以我刚才不感觉啊。你什么都不敢，好不好？你先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狼人加油！绝了啦，绝了啦，哪次不绝？绝绝了，超绝，反正超绝，蠢的绝就只是绝失败而已。对，绝失败不会绝，就是铲子会断掉这样子。嗯，对，铲子嘴太强，插团团的啦。查我，我不是怨灵，我不是怨灵。我觉得这次可能是巧克力哦，我再查一次巧克力。团啦，不是，我不是我，小雨，抱歉。不是，我开心。我原本只想用波波的。然后后面冒一个我输，超好笑。对不起。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们三个地方好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政。哎呦，刚刚学长也很演呢。
白心思郎。嗯，你是白痴啊？不是白痴啊，你是蠢蛋啊？不是不是，他在我面前穿装的。没有啊，你是看错人。对不起，你是看错人。没有没有，我没有看错。看对的。OK， 他就站在我面前。有蠢狼，有蠢狼。就穿装了。不是那个刚发光是谁？什么谁？发光。刚有一个自己发光的。我死了就团，然后附近还有谁？我死了小黑，还有小雨，小黑是好人，小黑是好人，你是蠢的怨灵啊！我不是啊，我没有动东西呢。我带你，他有发光吗？刚刚他有发光啊！我没有发光，他就是蠢的怨灵啊！我没有发光嘞，彪彪。那你是什么啊？我是村民啊！彪彪彪光，彪彪光，谁是村民？谁是村民？谁是村民？后面有没有人是村民呢？当村民就很可怜，我已经第二把村民了，而且我刚上一场的村民还是蠢村民。那谁是谁？团是好，对吧？应该是团是好。我还没有说是好，诺英说是我。嗯，诺英是冤家。那个杰克你是什么？我是猎人。诺英是真玉，杰克是猎人。啊，我是倒的都 是哇，倒的不晓得是谁。对啊，刚有一个人，但至少应该都是好人。刚刚有猎人啦，我啦。你是猎人哦、喔，我是说繁星吗？杰克，你旁边有对繁星，对繁星，阿旺就倒了，阿旺就倒了，不是，终于有人想起来的，不是不是，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繁星是狼，繁星是狼，繁星是狼，对啊，繁星是狼，对啊，对啊，繁星在哪？对啊，不知道，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现在倒的都是好的。如果是蠢的话，好，那我等下去绝，我去。这只是断而已啊。好。快救我！快救我！怎么快救你？什么东西？哎呀！铲子断了，巧克力是狼，巧克力是狼。团团是好。大哥，你回头看一下。大哥，我也是。我倒了，再见，再见，再见。哎啊！我等下变成你的伙伴，我等下变成你的伙伴，我可以绝，我可以绝，我又绝一个绝。你绝绝，我不就绝你刚刚绝的那个啊？你绝失败，我还可以绝啊。然后我绝了绝，我绝绝，哇！你绝了他的绝，对。安总没有跳针跳针跳针叫我绝绝。你在那边鬼吼鬼叫，然后后面就一个狼了。对，我觉得你怪怪的。我就说我绝你的事，我可以在你旁边，然后我还可以知道那个是绝。哦。哦，先票繁星，先票繁星，杰克，我是好人。啊，找不到啊？那在小木屋那边。哎呦，哪个小木屋？我们预言家是谁？我又坑了。我赢，是我。米菲，是我。票米菲。我是绝木。我是不是要票繁星吗？都票啊！我觉得很可以啊。蚂蚁呢？蚂蚁在这啊！好好好，赐予蚂蚁好人。我看到。讲的是爆炸，我都知道。小李白，我不能绝啊！所以现在狼还有谁啊？哎、欸，啊，戴罪？什么？不是，不是，我被戴罪，好可怕！我刚应该到了巧克力的，可恶！继承者，可恶者，我绝了！等下，我绝了什么绝啊？为什么我没有绝？那你是不是蠢的啊？你觉得绝吗？你觉得你有铲子断掉了？爆掉了吧？你的铲子爆了？还是你是拿木棒？你也是蠢的。哦，你跟我一样蠢。我以为我绝了绝啊！哎，怎么又换？对，换位置了。换位，换位。好，来。蚂蚁在上。所以蚂蚁好的巧克力绝，哦，波波绝。对，巧克力的。对啊，我就说米菲可以啊。米菲吗？米菲跟孟娜。米菲孟娜是好人，孟娜是好人呢，我是好人呢。阿哥，我突然有怨灵哎。怨灵，那就团团又是团团了。我自己是了。他不是，他没有对。团团，我找不到。诺伊，你查了谁？你查了谁？我查了巧克力、团团跟孟娜都是好人。啊。哦。那就巧克力啊，巧克力对决。他查了我，你对不起，对不起。巧克力、孟娜跟我，那米菲嘞？米菲在哪？我就说我在绝哦。小雨会不会是那个怨灵啊？小雨是怨灵呢，因为他刚是蠢的啊，他刚自己发光。小雨已经走了。波波的绝我相信，因为我是觉得他那时候真的在那个幽灵旁边，那就是米菲。米菲嘞？嗯，米菲在竹林那边。
可是没那蚂蚁怎么忘记了？不是，哦，有找到了，找对节节。哦，要你怎么跑来找我？团团，你怎么敢啊？你说我吗？勇敢的骑士哎、欸，因为我想说就啊也没关系啦，反正很多。对啊，我是真绝啊，所以我绝了一个绝，然后不能再绝了。我就突然就看到你发光，我想说，哎、欸，就没有。对啊，为什么会有两个在发光啊？我刚看到有人在发光哎、欸，没有沈月你会发光啊？沈月玲啊，对，那刚隐形的时候就发光说，哎、欸，这边你怎么亮起来？没有，看你看到发光、啊，我看超快的哎、欸啊。最后你会看到我发光是忍者用那个全体发光啊。哇，气死！然后就一个被我看到啊，说没有啊，我没有了。光截到那个啦，学长啊，学长你的太蠢 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再截了。你截到蠢的。你要聪明呢、欸，学到一把铲子，然后第二下铲断了，歪掉了。不行哎、欸，好久以前孟子好像有做到这一幕过啊，有人绝到蠢的，绝到蠢，干嘛？似曾相识，似曾相识，好恐怖哦！哎、小心哦，蠢的很多，很可怕哦。嗯、哇，还有四个职业，这个职业我就不敢弄。杰克，对是。村民是蠢的，是不是打不了人、啊？你玩几次了？棒棒啊 ！Oh no！ 我没有看过村民，反正就是反过来嘛，可能不能打人，或者是棒棒无敌没。反正你没有，啊、反正你会死。嗯。该有的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对啊，蠢到一无所有了，绝到蠢的，至少还是可以看到幽灵。哟哟啊！我打波波。按到这个，哎、欸，都你害的，对不起哦，彪彪，对对不起，走得蛮紧，队长这张很会躲猫猫了吗？啊，小雨，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我只是不小心看到你而已。哎、欸，完了完了，很危险，我听到村庄的声音，我听到村庄的声音，没有吧？有吧你是不是听？你是楼下村庄吗？异口同声，没有吧？嗯哎、欸，来了，来，真的来了！团团团团有啊有，真的有啊！是团，那是团，那是团。你们下面有，你们下面有一只啊！比你跑了，比你跑了！哎，我不是，我是出来了，是团团团团。不好玩，不好意思。哎，我是。你后面，你后面有一只前。等一下，小雨，我也是蠢的。也是蠢的。我是蠢的。我瞄不到哎、欸。为什么？你们在搞？你们干嘛、啊？我是我们一个一个屋顶上都是蠢的，不好意思。导弹三傻。不是印度，不是印度有一出剧吗？叫三个傻瓜。三个傻瓜。我们是三个傻瓜。我应该傻瓜阵容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因为他一直说我不能隔墙隔墙，我明明就有瞄到。你中间隔了草或者是棍、欸、没有没有没有，隔着是空气。我们就在屋顶上面一噼里啪啦，我还瞄不到他。团团很爽哦，很开心，我打好多人了、啊。你刚好都他们蠢有没有？阿旺是好人。那这样听起来感觉是团团在哪里？哇，我在屋顶唱着你们的歌。屋顶。在屋顶呢，还是那个屋的？在对面屋顶。你要唱刚刚噼里啪啦。上去，我头上。对啊，你头看到人啊？我那个屋顶呢、啊？还在屋顶。我、哦、这边要绕，不行、啊，白天快没了啦，白天快没了。团团的躲。他出事了！我要出事了！你们走都没了啦，不要再来就没了啦。那你们怎么往这边走？为什么？要倒一起倒啊！不要不要不要！好可怕啊！我朋友来了啦！来来来来！好害怕啊！团来了团来了团来了！怎么办？快跑快跑！我多查一个嘛，我想查一下。狼来了！查出一个好人啊！查月林也好啊！不要，我也想查一下，我没有查，我没有查到。啊！原来预言家少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真的谢谢阿旺！阿旺，你要活下去，阿旺！哈哈，不是啦，死了！米菲在诺伊呢，米菲诺伊救命！救命啊！救
倒霉，有人追我。这个职业没办法做事情啊。没有了，没有了，我的职业没办法做事情。一群骗子。职业真的很短了。喵喵！救命！杰克救命！我学到这里好像在开杀戒。你在哪？你在哪？我在，我在寻找救兵啊，都没有救兵。这我只有棒棒哎、欸，我怎么救你？你只有棒棒，你棒棒很强啊，你可以全力打他，很强，你可以把他打晕、击晕他。嗯啊，嗯，是偷偷玩，是偷偷玩，快逃快逃，我团要大开战了。没错，没错啦，没错啦。那一次。应该是白天拿刀的。白天拿刀是什么？白天拿刀的。白天拿刀的。白天拿刀的。中气了。干嘛啦？需要抖漏的吗？抖漏。这是抖漏、嗯。找不到哎、欸。嗯，在哪里呢？在哪里？感觉在这里啊。米菲，你在哪？不要啦，我就知道你是坏人。不是我被追，我被追，很可怕、啊。我跑掉，我只有棒棒。你真的哭了、哦？哈，这个游戏已经对人性产生了怀疑。好可怕、啊！我没有技能呢、啊。一直在这个附近绕、欸，哎，看不到、欸，哎，这怎么上去的、啊？不知道这里可能有一个例子，可能找不到人。对，我也是。你在屋顶是不是？绕得很开心嘞。这例子找不到人。我去别边好了，我去别边。哎、欸、哎、欸，哦，我是蠢的，忘记了。蠢的。啊！哇，你好可怜。哇，你这蠢的还开。开开砍砍那么开心，看自己蠢到忘记带的，太惨了！哇，怎么没有先票他一票的？对啊，你票还有机会耶，嘿嘿，勇敢的炸裂啊！勇敢的自杀了，好棒哦！也是美丽的烟火了，跑了跑了跑了，就长这样，就长了。好可惜，我不能跟大家讲他们在躲在哪里。哎，你不能当黑眼兵，对的。想救命啊，学长！像怨灵吗？还是有啊，还有怨灵啊，所以我们还要抓怨灵，好麻烦哦。学长，你好猛哦，你怎么跳到那里了？狠的，狠的。学长，学长，记得讲话啊，学长。我好害怕。哈哈哈哈哈！要不敢不敢发言。哇，你怎么跳的？你怎么跳的？哎、欸，你好强哦！哪里去的、啊？哎、欸，哦，真的蛮会躲的，这位置不错哎、欸，这位置真的很好、欸。哦，这里、嗯、完了，哇、啊！学长，你们技能没有啊？No. 哇，又少一个队友了，完了！哇，又少一个队友，骗子！诺英，我们怎么办？诺英，诺英不知道，诺英躲起来了，诺英不敢出去，感觉可怕，念可怕。外面好可怕，米菲一直在刀人。是啦。那我们一起跳过白天，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发光了。哇，没问题。不要害怕，第五天就会发光哦，第七天就会传到中间哦。米菲真的这个地方很强哎、欸。啊，白狼王是不是应该要传到中间，然后大家一起自爆，很好。哈哈哈哈哈。只会带一个。爆过了，他是蠢的。啊，对哦，你是蠢的。有两个，有两个，有两个。哎呀。对。哎、欸，杰克在你那哎、欸。对啊。哦，我一直找，哦，找到了啦。哎、欸，他推我，他推我，在那边，在那边。我刚想说粒子效果一直嗯，对啊，他是勇敢的村民，有追到他吗？勇敢的孩子，哎，看米菲的视角真的好紧张，好像在看恐怖游戏、啊。没有没有没有，不紧张，没有结束了，紧张了，没了，不用紧张了。很会躲哎、欸啊，我的心脏快不行了。哇，他可以这样子隐形哎、欸，哈哈，只是短暂的而已。还蛮久的、欸，所以你直接跟我一样吗？不会吧？他跟你一样啊。对啊，哇，哇，
哇，那你好远哦。好了，完蛋了，三个。诺伊，诺伊不在，诺伊不在，靠近他们，他们很可怕，很危险，很危险。诺伊不在，诺伊不在，诺伊不在，哈哈，诺伊不在，不见。假诺伊，假诺伊，假假诺伊。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怎么做到一个飘台？杰克，你要想一下，杰克。我来了，跳过白天，赌一赌了，跳过。跳过一下就赢了。你说杰克刚刚最后靠近我，想说杰克你是要骗我们三个一起？为什么有这么多狼啊？我觉得很害怕。会怕会怕。哎，狼怎么那么多？谁杀了我吗？我被狼自己杀了。为什么？这么多白狼为什么是死？有人点到了。不知道哎。白狼是死，是果粮。是有那个诈欺师哎。那我想说，我进去的时候想说，怎么四个没有？哎，这个是有人点到的哦。没有，没点，没点。谁？因为原本是二，变成十也变太多了。可能要看 VOD 了。要看 VOD。这要按很多下，这要按超多下哎。只要有人在那边才行。谁在那边按十下？哦，这么蠢。应该是没有人吧？去看你们的 VOD， 去 VOD 就知道了。VOD 什么意思？可能是谁按的？就是有人一直在那边点白狼哦，然后所以才会有死。点白狼，不然就是有 bug 了。真的呀，白狼们在哪里？有 bug 的吧？有诈欺师想说，因为不可能会点到那么多下，那个对话框会狂跳哎、欸。对，对话框一直跳。对啊，太可怕了，好可怕哦。对啊，好神秘。我想说，一进去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人？不是啊，纯蛋有五个啊。对啊，纯蛋啊，没错啊，没错啊。他白狼王很多吗？啊，三只白狼王啊。对啊，哦对啊，三个白狼。怎样？学长，你那时候点一点。我刚刚有一直点他，我不知道是我吗？是是。是我想说那个对话框会一直跳，按的人应该会有感觉。我没有想到按的人是蠢的，我没有感觉，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感觉。拍谁拍谁？没有没有没有，你只有看得到哦。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学长。有了有了，抓出了，抓到。那我们应该很 lucky， 就是其实刚刚会有十一个狼的可能性，只有四个中。对啊，真的。其实还行啊。那时候一进去，我还以为我是蠢的，所以多一个其他人。嗯，我以为是有诈欺师，怀疑自己的身份。Pacey，Pacey，Pacey。耶，刀爸爸也刀得很敢嘞。哦，我刀到 Pacey， 我刚没漏算到你。突然直接在那个屋顶上面开砍。不是，因为我蠢的。我刚刚我是蠢的。我刚刚他会有一堆，他看不到。我刚漏看不到队友，看不到队友。对。啊，我太坏了吧！我不是诈欺师，没有他看不到啊，可能是全部名单。对，最后要看看大家的胜利次数哦。好，你是熊猫团啦，学长，我们过程有很多的胜利，就是要活着并且获胜的话，就会有这个胜利次数哦。熊猫团，太认命了，小王子，六六六，都毒瘾嘞。哎呦，学长已经有赢哦！有，好，大家都有破蛋，这大家都有破蛋，是啦是啦是啦，好耶好耶，大家都有破蛋哦，耶！好，喊团再加六小时，喂，再加六小时。60分钟 OK 吧？60分钟还好吧？60分钟友情价砍一万。好了好了，60，来来来，60，小时吗？60，小时，60小时，三天哦，出事，完蛋了完蛋了，出事，好吧，辛苦大家啦，感谢辛苦啦，辛苦啦，休息休息，休息。嗯。
哇，没想到有赢这么多哎、欸，应该说活着这么多啊，好啦，可惜。那个稍微开一下就好了，我没有要加开。今天想说去开那个很心累，想说刷到一部再来开个台好了。结果嘞，刷了三四个小时没有半一部。好，那明天应该就会开了吧？对啊，如果我没开也不用等我，就是可能习惯早上或晚上等我开这个，也不用等。没、欸、啊，我不要开，我是要给你看这个，很白痴啊！等一下，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忙。那个嘛，这个是早上，我想说，哦，刚睡醒剪完片，哦，好啦，那个好，去帮忙剪一剪，啊，就比较好记了嘛。你看，完全一刀未剪，就完全都是这样。在哪边？然后看了一下，哦，确认一下长毛猪的那个课题。好，剩下用技能，然后确认了，我去剪包包。那九王爸爸看到那边是 boss 嘛，我想说好要飞起来了，啊，结果怎么闪了一下。然后最白痴的是，我剪完那一部之后，打开之后去找鲤鱼王，我就这样子营地飞下来，一样嘛，就是惯例先找姐妹，然后找着，姐妹在哪里？然后再找，然后突然发现到，怎么有一颗石头黄黄的楼下。欸，很扯欸。小泉石一大堆了，不懂的还以为我在刷小泉石色尾。看一下，那待会就各自解散欸。不会啊，不会辛苦啦，主要是因为小金石，对，黄金石不是重点，是好好，我不然开台我们就刷一次伊布好不好，小全金。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宝可梦，那我们色尾在这一箱，看一下这里小泉石放一箱好了。小泉石比大牙厉害多了啦，白痴哦、喔、他们手牵手，白痴小泉石。好，我们好，然后今天是有刷这个课题啦。我把尖牙龙罗斯雷朵尖牙龙，还有啊罗，这好像昨天的，然后这好像今天，哎、欸、昨天，反正百合，然后群儿跟蔓藤怪都好啊。群儿小姐，等一下谁有空？这么容易出社会的、啊、没有，哎、欸，谁有空来帮我用一下群儿小姐四次，感谢。我想说群儿小姐要花日之石，哎、欸，刷日之石，哎、欸，很酷哎、欸，我进化石，还是你们也是啊？你看我的进化石，水之石57个，雷21，那个叶之石8，冰之石10，月4。日食，然后火是24，请问水之石怎么爆成这样？是打什么宝可梦会掉吗？不是就那个里面捡的或者是敲矿吗？你可以帮忙，好啊，那个老密码，其实蛮好出的，这是有提升有感，我知道有感啊，啊可是要给我小泉石啊。怎么敢？捧敢？
碧红感。好，那等一下换完，待会换完，然后刷一次伊布，我们就来观台。我想说再至少随便再刷啊，反正看到伊布出来，想说随便刷一个应该很快。啊，结果不是呢。啊，怎么来的都是这些妖魔鬼怪？啊，白痴，我存档了。先去确认一下伊布还在不在。哦，还在。不然要用那个什么上加 B 加 X。哎，麻薯来吧。我石头也好多啊，我就一直有在浓，我就说我喜欢玩那种很浓的游戏啊。来哦，八七八七八七八八哦。妖魔鬼怪，我说了什么？妖魔鬼怪，妖魔鬼怪。与麻薯连线，等一下哦。哦，抓到一只这个啦 ，BOSS 母的，然后想说留下来。哎，我换这干嘛？反正私下在做的就大概就只是在东浓浓西浓浓，哦，还有那个啊草 baby， 在做啦，可是有点懒懒的。懒懒，木木叫你懒懒。哎，对，说到这个，等下三个光遇好。所以这个真的是想尿尿的时候会夹的姿势啊！懒懒不在哦，我觉得是应该不在啦，要逼他了。有时候按台是想要给他们轻松，可是这怎么讲？我也没有强迫要来看啊，就是没看就没看，又不会怎样。不要硬逼说自己说有来看台。就那时候问了一下，可能就在忙工作还是什么，突然离开没听到、啊，所以不用逼他、啊。那种点名什么之类说一定在都算的了。是来回是赛两次，所以这是现在。现在换是第三次，不是啦，四次啊，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要换四次，两次是我们要各换两次的意思啦，抱歉，没有，我没解释好。你这么舍不得你的群儿小姐放我这哦？要说欸。啊，不然等一下那个谁，我再出去看一下好了。因为野蛮鲈鱼，哎、欸，那你等一下再换，陪我换两次，就是我换过去，我总共要拿到两次我的野蛮鲈鱼啦，所以一样换四次，还是一次啊？哎、欸，等一下我出去看一下，抱歉。对，我等一下出去看一下，因为野蛮鲈鱼有个课题是捕获较大。我记得我有存，然后冰堡那些之后再说，因为下一个是黑曜原野跟群星海岸的，然后今天是路过顺便去打那个补了一些草 baby 的课题，因为突然看到草 baby 有那个
从矿石发现15次，最干的是他的路线的点会出龙龙石跟那个铜镜怪。好，麻薯，你再等我一下哦。顺便帮你开课题啊，如果你要的话，还是你有啊，因为他野蛮路域有一个课题是最大尺寸交换那个捕获十次，在哪？哎、欸，啊这里，我差两次，对啊，就是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野蛮路域体型好像。偏大，很小、哦。这个玩捕获较大，这个想说还蛮好遇的，就随便抓。你看，这是今天弄的。自爆25次。个体重较轻 ，OK， 好，就是等一下我会交换一只鲈鱼过去，然后我会再交换一只冰雹过去，所以我要得到两次鲈鱼跟两次冰雹。总之，你等一下就是随便先丢一只给我。头目算大吗？你有大的野蛮鲈鱼哦，算啊，那这样就更快啦、啊。没有，还没有到更快，就是等一下我还是会丢冰雹过去，然后你等一下再把我的冰雹还我，总共要还各还两次，都是勾勾好疗愈，什么勾勾？在哪里？你有头目哦，对耶，头目不会跑吼。那你等下这个还我之后就完成了，那等下换冰雹。二蹄红勾勾，哦。那、啊、没办法，如果你看你都花了1000多块买了这款游戏，他、啊、还不让这游戏寿命再延长一点点的话，感觉又有点亏。虽然后面有 DLC 啊，还要等，也不知道 DLC 要卖多少钱。哎、欸，你冰雹有多的，还是你都各一只？然后冰雹是没关系的。狼人杀结束啦，对啊。跟巧克力五分，团团六分，团团太猛了。我要看看，好，等一下哦，那我去找一下。就是冰雹的体型要，你的冰雹体型要 1.00m 以下哦，要 1.0， 要我像我这只小的是 0.93， 好像是 0.95 以下吧，没关系，没有的话就是先换嘛，就换两次。
有些没爱的就没留。我虽然也是啦，没爱的我也不太会留。哎、欸，那你换那个射微机那个小福蛋给我，你换笑射微小福蛋给我，我开图鉴，感谢。嗯，他真的太直了，所以一看就知道他是射微了。那时候还那谁跟我讲说，这小福蛋是射微吗？哪里像？我说他很直，好吗？说哪里直了？还是很粉啊，就很直哦。就像你先抓起来，再去比对。然后哎、欸，真的哎，好直哦。这谁看得出来啊？这样子，我说我就看得出来。刚刚从大量抓到的。哦，怎么那么好？哎、欸、呀，阿香刷一部刷四个小时，虽然没有很认真刷啦，可是就是一直刷刷了四个小时没出色尾，只有抓到第一批，然后是头目母的 boss， 就在队伍里面那一第一批就母的 boss。其他的到时候再说，我只记得这两个。换到了断开连线，哦，好白痴哦，不行，至少等我换到两次冰雹之后，换第三次冰雹过去的时候，我再把小福蛋偷过来。这么扯，就刷不到啊！我想说，等一下换完这个去刷，就刷一次啊，开台刷一次，没刷到我就关台了。就算刷到我也关台了。反正就是，哎，待会只刷一次，然后有或没有都要关台。我早上卡地狗刷了四小时吧。路闪是什么？野闪哦。你野闪的什么？猫咪？还是毒粉儿？欢乐的阿尔多斯最好第二次从列车档滴滴回去，搞不好会把那个另外一个列车的那个拉过来啊。虽然我没有看啊，不是听说是黑白版的吗？等下次把重置的时候买来玩。哎、欸，本来有出母的，有出拉鲁拉斯哎、欸。那时候伊布刷到一半，突然变成拉鲁拉斯，我想说干，我要伊布来拉鲁拉斯，然后就把伊布给留下来。然后藤蔓怪，我还想要什么？然后刷 BOSS 还是等大量发生？好了，感谢，感谢。来看看有没有开台之力，开台之力。长尾怪手二，金角鹿一，深思耳一，狩猎凤蝶，还不错啊。然后嘞，你的卡地狗有出闪吗？这是重点，有吧？你不是大量发生闪达人，实况组织力没有啦。哦，老婆，不要跑，是我。好了，他回家做饭。结果有右攻的卡地狗，那、啊、你会想进化他吗？我还是觉得他进化帅是帅，可是我不喜欢。我存档吧。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哎、欸，不是哎、欸，我原本就在用卡祖笛的，被小雨说在学鸟鸟，我说没有，我本来就有在用。难过，
哈？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多西德？先存档。不要！你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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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很大。看到是公的母的吗？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对啊，我那时候说我鹅鸭就有在用了啊，难过哎。但本来就有在用的东西，被说学谁谁谁真的是。可能无意啦，因为毕竟那时候鸟鸟开台都在玩卡祖笛，不是啊？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卡祖笛一个人的话还好，啊，你开台在跟人家联动的时候就会有点吵。啊，你逼我开台刷，我想说开台刷这个就很运气啊。然后不要开台浪费大家时间，哎，还有就是不要去什么人的台，是说什么，上课上什么上课在哎什么，上课然后跑来看台什么之类，这种被情绪勒索到实况组的话哈，或者是什么省吃俭用也要来抖内给那个谁谁谁之类的这种话，不要讲这种话，很恐怖。就让人家没办法，懂吗？就没办法让人家感觉干开台会让你们为了什么省吃俭用要抖内我们啊，不至于啦。公的，好啦，至少有了。哎，很靠哎。真的下午四小时我到底在干嘛，我想说我还好，我也没有说什么啊，如果中的话我开视讯什么之类的，欸，没有啊，还好还好，我知道言灵的可怕，欸，我没有干啥事，因为我知道什么叫作死啊。想看我想的美啊，你们想就好了。教主没有聊天是正常吗？先啊，没有，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录影，录影的时候是把聊天室关掉的，现在出现了。我说那时候在录那个，下午是聊天室，真的，哎，欸，我从11:30那时候剪好片，就开始弄到3:30的时候。欸，不对哦，快4:00，快5个小时哦。然后那时候就是边看一些那个有人的解说，电影解说，然后边刷，来干啥事吧？什么啥事？不要，不要，不露脸，不露脸，我真的不能露脸，我露脸我表情很多，不行。不行啊，真的不行啊，先给再多钱也不行喽，好吗？不是钱的问题，是钱不够多的问题，哈哈哈，没有啦。好啦，那就到这啦，感谢各位表情包。我怕就怕这个啊，哈记 DC 群一大堆都是丑照截图，虽然他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没办法啊，到时候是想说老了之后又会后悔说年轻什么没有照片多一点，都没有干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这类的。
啊，好啦，感谢各位喽。哎，这哪里？我、哦、白痴哦，吓到我了。拉本，哎，那明天再来看吧。啊，一样啦，就是如果没开的话，也不要，也不用等了啊。会开就是会开，啊，没开就可能是在休息，因为今天也是睡到蛮晚的才。昨天也是一点多睡吧，然后睡到早上快九点，然后才起来的。然后想说，先休闲一下，刷个课题，然后补个图鉴，然后刷个异步。佛系等台，对啊，不用太等了，没有固定开台时间，所以才会比较轻松。有那种固定开台时间，就会变得说。啊不行，我等一下要开台欸，然后就会有自己一些压力在。繁星本人太帅不能跑了，没有欸，帅的比我多。你看哈记，你看看那个哈记多帅啊！欸，白痴哦，加速双声道啊！哎，好没差，这没有要剪。我不信，我们再去撞一次。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开到十二点。这边听没有？哦，好，应该是你耳朵坏掉了。我看那个数据有，就是数据 OBS 上的音轨啦，就是我有拉一个 Switch 的音轨跟那个实况音轨。看，这是男的啊！哎、欸，男的，我不要。剩几只？确认一下。一。哎、欸，剩四只，那很好刷，我喜欢剩下四只比较好刷。虽然几率少很多，可是。看来真的要关台了，对，要关台了。关台。好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咯，早点休息。你知道啊，佐罗亚阿克是谁？大家拜拜。嗨，温阳。欸，也辛苦你了欸，因为最近新的兔崽子很多，也谢谢你啦。虽然几率变小，但速度变快。对啊，就是不用重新读档啊，因为你只要重新读档，那过程也是蛮久的。啊，你刷不到，直接回村庄，然后直接过来，有好有坏啦。看一下哦。哎、欸，沉迷再开，走吧。去那个沉迷台，这里。好，那大家晚安，拜拜。独档很累，对，所以有好有坏啦。不然今天真的是等独档也是等了快，每次每一场一分钟。拜拜。